分了。好，那个谢谢大家来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鬼。然后这个大家一定都很好奇问题，写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工作吗？那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位找到工作的人，来跟我们分享跨国 functional team 的生存指南。欢迎，你的 ID 要写什么？没有放你的名字。哦，好，欢迎欢迎云燕，下掌声掌声欢迎。喂喂喂，仔细想想，我要在这边按，我用这个就好了。哦，喂喂喂，哦 ，OK， 好，感谢。那个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找到一个 functional 工作，然后到底你需要会什么，才可以找到一个 functional 工作这样。然后首先工商一下，感谢一下。B 公司提供时间，主管认可哦，你可以花多少时间去准备这个 talk。然后呢，今天投影片的所有的背景呢是由这个艺术家提供的。然后他是做数位艺术，然后在台湾算蛮有名的。然后他明天有一批新的作品会发售，帮他打个广告而已。OK， 有兴趣可以在 Twitter 上面搜寻一下我们公司或者这位艺术家。Okay。我是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施云燕，姓跳过，叫我云燕就可以了。或者是有些同事对他们来说云燕很难念，所以最后就会简称变 YY。然后我之前是台湾 functional 界扛把子木信成老师实验室的助理，然后我还是最一开始 functional Thursday 的 founder 之一。然后我原本以前写 Haskell 跟偶尔看看 ECDA。今天呢，今天的 talk 这一场 talk 比较简单，就大家放轻松听故事就好了。主要讲说要如何去找 functional 工作，从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从我个人的经验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做 functional 工作，在做 functional 工作你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东西。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我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找外面的工作，那当时我只会写 Haskell。OKMO 大概就是一个勉强可以看得懂基本的语法的状况，然后我不会其他号称有 functional 在里面的语言，例如说 Ruby、Rust 那些的我大概都不会。所以呢，一开始找工作理所当然就会去看说 OK 台湾有什么样的工作机会，那要么就是你只能找到一个职缺，例如说做前端、做后端，然后你可以做一些 side project 或小的工作，你可以用 functional 去解决，就是那样子的工作是不需要去跟其他人合作，你只要自己一个人，例如说做个小工作，做个小工具，做个小 parser 之类的，顶多只能找到这样子的东西。你不会有一个专门的职缺告诉你说你可以写 functional language， 或是就直接开缺说我要找会写 OKMO 或 Haskell 的人，很难。所以呢，就开始去找远端的工作了。远端的工作经验分享，我找过什么呢？我找过金融业。在写 functional 的圈圈里面最有名的是 Jane Street， 他们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是做资产投资的公司，非常有钱。他们主要是用 OKMO， 但是很难进去，他们要求非常的高。然后除此之外，有一些在新加坡跟香港有一些也是做这种投资管理的公司，这蛮常见。然后虽然说是做这种投资公司，可是其实有一些人是蛮没有那么像诈骗这样。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我有试过的方向，还 OK。但是因为在进到下一关之前我就已经找到工作，所以后来没有去那边。然后神奇的是呢，我有找过游戏业的，在英国有一家公司叫做 Chucklefish， 他有做过一些有名的 2D 游戏，像说《风来之国》和 Starbound。然后他们之前有一个程式厅里的，他会写 Haskell。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公司内的计划，说我们要成立一个 Haskell team， 我们就要从 C 加加全部搬去写 Haskell。我看到那个公告超开心，我就寄进去。然后我收到回信是说，因为那个 leader 已经离职，所以这整件事就取消了。有然后另外我有找过日本也有一家游戏公司，他也是说我们在写 Haskell， 然后寄进去之后，他跟我说，因为你不是日本人，所以我们不太考虑。然后想，那你为什么要开英文的缺？傻眼。然后
除此之外，有些 还有一些更神奇的，例如说做 IoT、做网页服务跟做影像编辑 的 startup。那有一些在美国，在 LinkedIn 上面可以找得到，我那时候有去找，但是我觉得背景差太多了。虽然说他们是用 functional， 可是他们的 domain knowledge 对我来说实在太远了，我完全不懂。然后再不然就是像印度那个 startup， 他们非常的友善，他们也愿意给你钱，甚至愿意多给我钱，但是他们的薪资大概小于台湾一点点。然后我为了看他们是不是诈骗，我要去 Google Map 上面查，然后他们在一个蛮乡下的地方，连水泥地都没有，这样也可以开 Haskell 的 startup， 非常的厉害。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以 Haskell 为主的资讯服务业，就是他们会接一些consult 的案子，或者是帮人家建系统。那目前以 Haskell 来讲，最有名的大概就这两间，一个是 Welltype 的，一个是不会念口。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最后调到这个区的，就是做区块链的。做区块链呢，有两个主要的 functional 链，一个叫 Cardano， 一个叫 Tezos， 一个就是百分之百 Haskell， 另外一个就90% OK 吗？那最后我是去了下面那个，所以才有这件衣服。好，回到我是谁呢？我现在在一家叫 Miracle 的公司工作。我原本有写过 contract， 然后我现在是在做 protocol 的开发。那主要是要用 OCaml。那之前有还有机会的时候会写写 Haskell， 然后偶尔会看看 Agda。OK， 好。以跨国公司来讲，简单讲，以人还在台湾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是 remote 工作嘛，所以 remote 的 team 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现在越来越常见，一方面是网络盛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现在remote team 这个概念，特别是你这个 remote team 是由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构成的，这个概念非常的一般。那同时，我的经验是因为我是在区块链，区块链他们很喜欢强调去中心化，所以他们又特别喜欢去找不同国家的人去组成一个团队。所以呢，下面这些国家全部是我们整个公司现在所有的组成，然后蓝色那边是我这个 team 的组成，所以光我这个 team 就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那为对，好，那这跟一般的跨国合作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在开发，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例会，那个例会可能是每周会有一两次以上。那这个 team 里面的人多到来源复杂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你就会开始出现打仗的问题，就是我早上八点要起来开个会，然后其中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半夜十一点这种情况。然后以我们这个 team 来讲，我们最远有到美西，然后最另外一边有到日本，所以我们这边跨非常远。可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是法国公司，所以我们的时区一概以法国为标准，所以常常就是法国人挑一个他们喜欢开会的时间让我们配合他，所以这会是一个比较混乱的问题，但是习惯就好。再来呢，就是文化冲击啊，那图没办法显示。 OK，那边本来是一张法国国旗盖在脸那边。前一阵子的法国人问我说，我们的主管问我们说，你知道暑假吗？你们台湾人什么时候放暑假？我想说啊，我都学校毕业了。然后后来问一问才知道，哦，法国公司是有暑假的，公司会放大概2到4周的暑假，有薪不算年假，年假是另外算。很棒，鼓励大家去找法国公司。顺道一提，我下礼拜开始放暑假，超棒。好，那回到主题，functional remoting，functional remoting 在做什么？跟 functional 有关的 remoting 会碰到什么问题？第一个呢是，原本会吵的事情，你到厅里面照样吵。明明就是写 OCaml 的工作，一堆人说我觉得 Haskell 比较好，包括我，然后一堆人会说 Haskell 烂，然后会有人说我超喜欢 JavaScript， 然后就会被大家吐槽，哈，什么？你为什么在这里？ Yeah. 好，然后再来就是各种有趣的情况，例如说刚刚想要 pipeline 跟 function composition 两个都有提过，在写 code 的时候，没有人会干涉你用哪一个，但是你在做 code review 的时候，就一定不管你写哪一边，一定会有人跳出来问你说，你这样子写人家看不懂，你应该要另外用另外一种写法，这个每天都在发生。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例如说 JDT， 你有没有听过？JDT 要不要用？你要用module base 的写法的话，你要不要用 OCaml 里面的 functor？ 然后你要用 Monad 的话，你要用 binary operator 还是要用 let binding？ 这比较偏 OCaml 的语法细节。那要不要做文件？有很多人会认为写 functional 我不需要写那么多文件，假的假的。然后有很多人认为一定要写，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这等一下会再提。Anyway， 然后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这种 remoting 里面会花很多时间在做系统的抽象化跟讨论如何做抽象化这件事情，可是不太会去讨论演算法要怎么设计要怎么实作，因为大家都不想看演算法，所以都会相信大家写的演算法都好。没有，开玩笑，其实是因为用 functional 写出来的演算法，你只要在抽象化那一关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你 functional 做出来你就不太需要去看那个实作的细节，对，简单瞄过去确定没有大的问题大致上都 OK。 好，那刚刚都比较偏向缺点，那 functional 的 remoting 这样有什么优点呢？第一个是你很容易找到很多同好，假如刚刚有提问的时候问过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找到可以有共同语言的，在这种 functional remoting 里面你很容易找到，你要去做 communication module 可以有人有兴趣，你要去做 OCaml 到 JavaScript compiler transpiler 也有人有兴趣，你要做 linear type 也有 verification 也有 process algebra 也找到，你喜欢写 compiler 喜欢做 CPS 甚至要用 Watson 用自己在 OCaml 里面改一版 Watson 出来都有人会去做，这大概都是我现在工作有碰过或者是有听到过的公司里面的 side project， 就是有人闲到没事干去自己找这些 project 出来做，这样。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值得讲的，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在 functional 的这个工作环境里面，你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讨论事情，而不是我就写程式。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花在想架构、做抽象化这些事情上面。然后你写的时候都还好 ，review 的时候会被很容易被挑战，被挑战的那个地方都不是你程式哪里写不好或什么的，大部分都是两种。第一个呢，就是像刚刚讲的，你要用 pipeline 还是用 function composition 这种屁事；另外一种呢，就是你的抽象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为什么不那样做，为什么你要用这个 monad， 为什么你不用那个 monad 这种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functional 的 team， 就我听说的。那个老板就算没有学术背景，也都听过学术，听过一些学术会议，所以很容易凹老板出钱去让你参加 conference。像我们去年吧，好像有丢几个人去参加 ICFP， 啊，明明没有投论文就去玩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刚刚讲的那些 MR 或 PR review 的时候，你会变成说，如果你这样 PR。它比较多跟抽象化跟系统设计有关，就会吵翻天。但如果是跟比较偏实作的话，通常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所以functional remoting， 如果你喜欢 functional 的话，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很令人开心的事情，你可以避免很多不是 functional team 会碰到的事情。OK， 好，上述是比较跟工作文化或形式有关，再分享一下跟 functional 如何被应用在工作内容里面，个人经验。OK， 先 disclaim 一下，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是在做区块链，区块链它有一些系统上面的特性，先不论那些看起来就很可疑的 NFT， 那些不管，那个不干我的事。以系统来说，它有一些神奇的地方，例如说它 code base 实在是大到莫名其妙，然后里面很多工具非常不成熟。Anyway。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用 OCaml 写的，所以很多东西的经验非常局限在 OCaml 本身，甚至会局限在这一个 codebase 里面。Okay. 那我碰过什么 ？OK， blockchain 它有一些特点，以 functional 的角度来说，它有很多机会去定义或重塑一个 language。例如说，我们要描述 contract， 所以你要去想清楚我们 contract 会使用的情境是什么 ，contract 之间怎么互动。为了这些 scenario， 我们会去定一个 model，
然后根据 model 再去发展一个语言出来，然后我们会去描述关于那些 communication 之间的事情，我们会要去，因为有语言嘛，理所当然就有 VN， 有了 VN， 我 VN 上面就有 VN 自己比较低阶的语言跟 VN 本身怎么被计算，例如说我是 state base， 我是 lambda base 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那以为了让上述这些东西都可以实际上动起来，所以你一定要 parser， 然后你有 type system， 你就有 type checker， 然后你要执行，你就有 operational semantics， 也就是 interpreter， 然后这些东西可以一直不停的往上叠，所以可以不只有一个，你可以开一个公司，加入一个区块链的生态系里面，然后说 OK， 我觉得你们那个contract 做很contract language 设计的不好，我们想要提供一个新的 contract language， 我要想要一个新的设计，可以做，只要找到钱。那每天实际上都在做什么呢？如果在开发的时候，绝大多数做的事情都是在抽象的那一层去做讨论啊，或者是设计啊这些的。除此之外 ，function 的特点，你要花蛮多时间去跟 type 打交道，对。而且以我现在在做的工作，等一下也会看到一点点，你其实会用 type 去控制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到最后那个 type information 都有够复杂。可是你只要能写对，程式就不容易出错，这是 functional language 常见另外一个特点嘛。除此之外还因为是 OCaml 所以用很多 module。那更进一步还有哪一些比较没那么常见，但是也是会碰到的？例如说我们会碰到很多 polymorphism 的操作。你要用parametric polymorphism 还是你用 ad hoc polymorphism， 你要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些是什么，然后怎么去使用它，然后要会用 GADT， 你不但会用 ADT， 你还用 GADT， 怎么用它，怎么用它来藏 type information， 然后当你要把 type information 捞出来的时候，你要怎么用 existential type 去捞这些事情。然后很神奇的是呢，我还碰过 bidirectional programming。如果你只要用 OCaml 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个叫做 data encoding 的 function，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去描述你的资料，你的 persistent data structure 长什么样，然后那个 library 会再生出几个 function， 让你可以把这笔资料从记忆体面变成 binary format， 就是变成 bytes， 或者是变成 JavaScript， JSON 不是 JavaScript， 或者是你给它 JSON， 它可以反过来把它 pass 进记忆体里面，或者是从 binary pass 到记忆体里面，你。所有你要做的事情，你只要去描述你这个资料结构大概长什么样就好。除此之外呢，我也看到continuation passing style 的 interpreter， 然后这个东西蛮复杂，等一下会稍微看。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今天的一个大笑点就是 monadic。Okay， 快速带一下这个好。Monad 在我工作环境里面，我们有两个常见的 Monad， 一个叫 Error Monad， 一个叫 LWT， 它就是管理 thread 的，就是我有几个 process， 然后要不要等彼此啊，或者是哪一个先做啊什么之类。好，那这边定义几个符号，它不是 function， 这只是符号。如果你看到等于，表示这是 LWT 这个 Monad 的 operator； 如果你看到问号，表示这是 Error Monad； 然后如果你看到大于，它是一个monadic binding， 如果是大于 bar， 它是一个 fmap。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好，我们现在有四个 monadic binding。 第一个呢是什么 LWT 的 binding， 然后第二个是 LWT 的 fmap， 它把一个 A to B 变成 LA to LB。 第三个是它把一个，看我自己都还要愣一下，Error Monad 的 binding， 它是一个 Error Monad 的 binding， 它把 A to EB 变成 EA to EB， OK， 好，这还蛮轻松直译的，有问题吗？这一页，哎，欢乐的在这里，我们再加一个问号跟等于上去，就是我现在要做两个 Monad 之间的 transformer， 我要把两个 Monad 粘起来，谁排在里面，谁排在外面，会决定了你这个。这个 binder type 嘛，那同时我还是有 fmap 想用，然后诸如此类，所以最后我就会拿到这四个。然后到这边呢，已经开始让你想吐了，因为我一共有八个 monad binder， 然后 type 还微微的有点微妙的不太一样。例如说，
我可以预期说第一我。这会让阅读程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例如说，你会看到一个 function， 这是某一个 function 里面，它有两种，这边只有两种，这边还比较客气，它只有两种不同的 monad binder 把它写在一起。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你有其中一个 binder 有顺序，问号跟等于写反的，你就会拿到一个看起来跟 monad 没有关的 type error， 因为OCaml Type System 它没有办法强到它可以猜到你要用哪一个，所以你会看到一图大概那么长的 error message， 但其实你就只是一个符号写错。好，这更棒的是呢，我需要滑鼠啊，算了，不要好了。更棒的是呢，在前一阵子 OCaml 推了一个新的语法，叫做 Let Binding， 它可以让你写出所以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你就会定很多的这种所谓，例如说 LW syntax 或者是 resource syntax 这种 module， 里面会对同一个 let， 例如说 let star 去让它被定义成不同的 monad binder。所以你在用的时候，你就要根据你现在到底是在 monad 哪一个 monad 的环境里面去展开不同的 module。那这件事情会让刚刚上面那个好像比较好写，但是看起来会很难懂，因为你可能你觉得你在这个 monad 的环境，因为你看到这个 let star， 但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因为已经盖掉原本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error monad 这件事情，在不同的地方，它因为会被放在不同的 module， 所以就算它是一样的定义，对 OCaml 来说，它会是不同的 type。所以要做很多 monad 之间的转换，纵使它其实定义是一样，但是因为在 module 不一样，你要去定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去做 module 之间的转换，再加上，请说。因为很难写啊。这个第一个是在 OCaml 里面这个东西没有，我记得是没有那么好写，对，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并不是很明确的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可以，但是你会变成你要用 module system 去想办法把这些东西抖起来，然后你用起来也不会好太多。另外一方面，以这一段 code 这个 code base 来讲，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一开始很开心的定了一个 error monad， 很开心的拿 LWT 进来，很开心的写了第一版的 transformer， 就是这个，这是最一开始还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到后面就没有那么开心了，因为你真的要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人你写的人 contribute 太多了，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有的人觉得哦，那我现在我只是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不用定一个新的 transformer， 我就加一个 binder 就好啊，那个 binder 就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对 ，alright， 好，加速，好啊、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在 practical system 系统里面，你会有不止刚刚那两个 monad， 你还会有很多小的 monad 在计算的过程中偷加干嘛干嘛的 ，OK， 然后呢，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CPS。这个是我找到的 CPS 的那个 continuation 的定义，在我们的 codebase 里面，这里只有好像一半还三分之一，后面太多我只能卡掉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东西 CPS 拿来写 interpreter， 在实验室的时候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当我们碰到很复杂的语言的时候，你就要加很多的 type variable 去描述关于这些 continuation 的特性。对，那会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这是 OCaml， 另外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想要用 Type System 去尽可能帮我们检查多的东西。Holy shit， 讲不完。好，然后 CPS， 这个跳过。好，所以为什么要用 function 呢？
直觉会觉得说，我们用 functional 性，我们有 first class function， 我们有 referential transparency， 很棒，没错。但是这其实是以业界的角度，这个问题其实更像是在问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 motivation 是什么？那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心得是说，这其实是我们在业界的时候，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是尽可能去描述我们整个计算的模型，计算的情况，我们到底在算什么东西。Functional 在这一点上可以有很多的帮助。然后呢，有了计算之后，我们就会想要说 ，OK， 我们想要去更好的描述说我们的状态是什么。我们有 ADT， 我们有 Type System 去描述我们各式各样不同的状态之后，我们还有更多其他技术，像 Monad 之类，可以去让我们描述那一些我们怎么控制那些状态。这是为什么 functional 会好用的地方嘛？所以其实讲穿了，我们会喜欢用 functional 在工作里，在业界会喜欢用 functional， 是因为 functional 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比较快、比较容易写出比较好的 abstraction 的方法。我用 Monad， 我可以很快的去描述出，不同的状态之间的转换，然后可以把计算切成几个不同的部分去进行不同的处理，这样。好，那到处都适用吗？对，但是问题是什么？第一个是以现行的工作环境来讲，如果你已经在用 OO， 你要把 OO 工程师直接拔出来，叫他们全部改写 function 是不可能的事情，大概会那个 PM 会被工程师们打死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做这样的事情成本很高，成本高到以至于说，速度、品质、价格这个问题会被拿出来讲。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去把一个工作从不管哪一种文化里面搬到 functional 里面，或者是说就把 functional 文化直接放进去。再来就是 functional 很不幸的是呢，在 production 的角度来看，题目现有的成熟工作工具其实不多。Haskell 已经算是特例中的特例，已经算很多了。如果你用 OCaml 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用 OCaml 的公司，他们都会开发自己的工具，像 Jamstree 他们就开发一大堆自己的东西。那回到Blockchain 或者是像 Jamstream 那样子的资产公司，他们比较愿意接受 function 的原因在于，他们算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因为他们需要有，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会真的碰到钱，所以他们对于你系统安全性的要求会比较严苛，所以呢，他们会希望有更强的工具去写出更正确的程式。那同时，因为他们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很愿意投资资源去。例如说，开发一些新的像 design pattern 那样子的东西，或者是花钱赞助学者去做一些研究或者是一些教育的program， 然后最终会有机会使得 functional 在业界渐渐的成熟，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或者是产业愿意用 functional。好，哦，那如果我也想找 functional 的工作，我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第一个，你要确保你讲的东西别人听得懂，或者是别人听得懂你要讲的东西，所以沟通其实会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再来，你一定要有基本，而且是非常基本就好的，你知道什么是 function， 什么是 folder map， 我怎么定资料结构 ，Haskell 里面那种，我有 sum type、product type， 然后基本的 polymorphism。第二个真正重要的是，你要对做 abstraction 有概念。如果你只会用 folder 的话，其实是不够的。你要知道说，今天例如说我要写一个 Merkle tree。我要怎么去设计我的资料结构？那对于我设计的资料结构，我要定出什么样的 function 使得我这个 Merkle tree 它可以提供好的 interface。文件还是要写，跳过。然后其他的像 domain knowledge 啊、Monad 啊、case theory、这 type level programming 这些都是有就好，没有也没差。那因为不同的 team 它会有不同的需求，会有不同的技术，所以以找工作的角度。你只要会上面这些基本的就好了。我们在 hire 人的时候也不会真的因为你会 category 就加分，对，反而还会因为你如果对 category 很熟，你讲的东西大部分的人听不懂，反而会像有些主管会怕这样。好，最后一张，所以你想要找 functional 工作吗？你只要放心大胆去找就好了。因为时间问题，那我们就开放一个问题好了。有没有人想要提问？啊？说没有问题。有吗？任何问题？请。
不好意思，我要问的是跟公司文化比较有问题。啊，跟什么？公司文化就是你们公司是所有人都 remote 吗？还是说有些人会在办公室？我们原则上没有办公室。Cool。然后我们公司有给钱，你可以去租办公室，一个月10000块台币，算是补助啊。了解。然后另外一个是所有的会议都有留记录吗？好。所有的会议都内部会议吗？对对对，内部记录。内部的范围有多大？公司纯公司里面还是跨 team 的也算？应该说就是纯公司里面的、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 remote team 会很强调说什么东西都要留文件，让不同时区的人可以看、啊。我们都会有留文件，但是问题在于，参与的人不同会决定那个文件长在哪里。例如说，有人会就是 Slack 写一写，有的人会写 HackMD， 就写个 Markdown 全部列下来。如果是跨 team 的，大部分都是后者啊，甚至有一些大一点的会议，就是会直接录影这样。哦、oh, ，cool， 好，谢谢。啊，你们那个 contract 上面是直接跑 OKMO 吗 ？Contract 的语法长得很像 OKMO， 其中一个 language 的语法长得很像 OKMO， 底层其实就只是一个 lambda based state machine。哦、oh, ，cool，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券好像上面直接跑那个 Rust 的样子。好，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十之八九是它底层就是 Rust 写的。好，那我们谢谢云燕。好、啊，给大家一点时间，跑走来走去。圣灵保险，冲洗干净。嗨，为什么、啊？不可能，吓傻了，好。欢迎大家入座。为什么多人？无法理解。那蛮难的哦。为什么多人？好，大家请坐。好，请坐。那个时间不太多，我就先开始喽。那个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题是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中文标题叫超级泛型，因为 Generic Programming 大家可能听过，那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可以说是一个 Generic Programming 的子集这样，所以欢迎大家怎么讲？我不会真的讲把原理全部讲完，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真的搞很懂，但我会讲这个 library 大概怎么用，然后就算不会用 library 也可以大概知道这个在 functional programming 里面写做 generic programming 的感觉是什么。好，那我先大概简介一下，现在是中研院资讯所的研究助理，我叫子琪，我没有写我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哲学系毕业的，然后因为这个会做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是因为我虽然喜欢写程式。但我想不到要写什么，你就先研究怎么写程式，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希望讲完之后，大概的收获的事情是，我会讲很多技术细节，但大家不见得要搞懂它，我也不期望听完就可以搞懂它。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听完之后，希望大家大概知道 function programming 的这个一些很有名的 function 或者是一些概念到底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个它有没有办法被 generalize， 就是所谓写程式其实一直就是做 abstraction 嘛，那能够 generalize 的程式才是好程式，所以我先大家先来五分钟学会 Haskell 一下，相信应该很多人已经会了，我们就快速大概带一下。首先这是 Haskell data type 定义方法嘛，你定一个 data 叫 tree 是 data 的名字，那 后面的 A 是什么呢？是一个 type variable。 type variable 意思是它是一个可以表示成任何 type 的 variable， 所以你定义了一个 tree A， 那你真的在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定一个 tree of int， 可以定一个 tree of bool， 那右边是 constructor， 所以你用一个 lif 这个 constructor 呢，我在这边定了两个 constructor， 第一个 lif constructor 可以用来 construct 任何的 tree， 所以 tree int 的这个 lif constructor 跟 bool tree of int tree of bool 的 lif constructor 长是一样的。那 node 是什么呢？ node 你看 node 这个 constructor 拿了一个 a 跟两个 tree a， 所以说你在的时候呢，node 你可以看成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会拿三个东西。第一个 type 这个在这里写 a， 但你实际上在构造 tree of int 的时候，那边就要给 int。那后面两个东西在你构造 tree of int 的时候就要给 tree of int， 所以这是一个 recursive 的定义。那如果你在定义 tree of bool 的时候，那边当然就要给 tree of bool。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generalized 的 data type 的定义。再来 function， 那第一我在 tree 上定义一个 function， 我要怎么对这个 function 做事情，那这边是 pattern matching， 这应该学过 Haskell 的人大概都会知道，这很简单嘛，就是我知道一个 tree， 我知道一个 data type 只有几种拆法，一个 data type 有几个 constructor， 它就只有几种。在写 function 的时候，我就对每一个拆法都写一个这个拆法拿出来的东西如何构造出我要的 type， 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像是食谱的东西。所以这是 pattern matching。 那我现在定义一个 function 叫 height， 就是算这个树的高度。那这个树的高度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完全没有看这个树它现在是什么 type，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 int 的树还是 bool 的树还是另一个树的树还是 list 还是 tree of list 都可以，那个 a 可以放任何东西，但是总之这个 height 是一个在这边你就可以说它是一个 generic function 了。那它可以作用在之所以叫 generic function， 就是它可以作用在很多 type 上。那什么是 GADT 呢？ GADT generalized algebraic data type， 刚刚一般的表示法上面这个叫 ADT， 那下面这个叫 GADT， 这两个现在是等价的。然后用 GADT 就是简单来讲，把 constructor 用 function 的表示方的 type 写 type 的方法写下来。所以这边写法比较，第一个它写法比较明确，我知道 constructor 就很像是 function， 然后它最后像 lif 最后会构造出一个 type 是 tree A 的东西。node 是拿两个少写一个东西，少写一个 tree 是拿三个东西 A to tree A to tree A to tree A， 所以 node 是一个最后回传 tree A 的 function。 好，那这是 GADT 可以写什么样的东西呢？假设我今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这个 data type 刚刚这个 ADT 每个 constructor 最后回传的 data type 是没有被写出来的，它一定是 generalized 的 data type， 所以 lif 回传的东西是 tree of a， node 回传的东西也是 tree of a， 但没办法不同 constructor 回传不同东西，可是在 GADT 里面可以。 safe list 是一个如果是 nil， 那它的最后这个 safe 这个 list 的第二个 type 就一定是 empty，如果是 cons， 那这个 list 的最后一个 type 就是 non-empty。 那为什么这样写，就是有点其实有一个有点 dependent type 的味道。总之意思就是说，我看到一个 safe list 它的第二个 type 是什么，我就知道它是不是空的。 OK， 好，那这边只是很简单的介绍，然后这是 type class。 type class 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 type 叫做 A，我可以去定义它有没有一个 function 叫做 show。 OK， 假设它有一个 function 叫做 show， 那我可以就说它是一个叫做 show 的 class 的 instance， 所以这个 show 是一个普通的 function。 我今天
这个它是一个 A to String 的 function。假设我要说布偶是一个 show 的 instance， 我就说我就要定一个 show， 然后它会把布偶都转成 string。OK， 所以 EQ 也是类似的做法。EQ 是说如果你有一个 type， 然后它有一个等于的比较方法，然后会最后回传布偶，那它就是一个EQ 的 instance。这是 type class。然后这个是 kind polymorphism。我这边写错了，我这边只是想要讲。这边这个不重要，我不会讲到 kind polymorphism， 但我只是想要表达说，这个其实在 Haskell 里面的东西，每个东西都是有 type 的，所以像我刚刚写了一个 save list，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 type 的 type 写出来，什么 type 的 type 在 Haskell 里面叫做 kind， 就是 save list。我刚刚看到一个 save list 是 save list a b 嘛，对不对 ？save list a b 它拿两个东西，所以我可以把 save list 看成一个 type constructor。你拿了两个，一个是 A， 一个是 B 的东西。Safe list A B 是一个 type， 当然 safe list A 也是一个 type， 可是他们的 kind 长得不一样。所以 safe list 它的 kind 是我可以叫它 type to type to type， 它拿两个 type 变一个 type， 所以它可以视为 type constructor， 也会有人把它叫做 type function。好，那接着我们就进入一个介绍，什么是 generic 程式。Generic programming 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其实大家只要会显示，就天天都在写 generic 程式。generic 程式其实是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我有一大堆程式，他们都长很像，我想要用一个程式表达他们，所以我只要写一个程式就可以处理很多很多程式，这样就是 generic 程式。那既然是这样子，那代表他会大部分人会做一件事，就是他会抽象化。我看到一大堆程式之后，我把他们相似的地方，抽象化掉。那接着，所以我只要把其中某个，我只要把这个 generic 程式给实体化，就拿到一个真的程式。好，那大部分会透过参数化。我接下来，会快速带过一些简单的 generic 程式范例。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printf 也是一个这个。你如果今天手写 C， 你可以写一堆 printf 嘛。可是我们都知道，写程式这个就是要用 for loop， 所以。你用了 for loop 之后呢，你写少就少写很多东西。那这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generosity by value， 就是我把值给抽象化掉了。我只要写一个数字，我就知道我要印几行，我不需要手动一个一个在那边印。那再来就是假设我刚刚 Haskell， 其实我刚刚已经爆雷嘛，我刚定了一个 tree of A， 但假设没有这个功能，我一般在定 data type 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要定一个叫做 list int 的 data type。然后它一定就是各用两个 constructor 来构造，一个是 nil， 一个是这个加，这是中间，这个是 infix constructor， 就是说，你在写程式的时候，它是像运算一样是中文什么？好，中置好，中置运算子。对，那所以我可以说这个 data type 它只能拿 int， 你用 int 跟 list of int。它就比较 off 了，叫 list int 这两个 type 构造出来的东西也叫 list int。那 char 也可以这样写，所以我们当然可以每个 type 都写一个这样子的 list， 但实际上我们不会想要这样嘛。这里这个东西就是 generosity by type， 我把它写成 list of a， 所以我用一个 type 代表很多 type。OK， 那我把 int 跟 char 抽象化掉了。好， generic 我这边就只是讲说，只要是符合这个形式，我们就会叫它 generic programming。那 generic programming 有很多种，这个是我从那个一个叫做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的一个小文章里面，它的分类是那个一个程序员的学者 Jeremy Gibbons 写的。那所以有 generosity by type， 那 Java 的 generics 就是 generosity by type， 刚刚的很像嘛，跟 Haskell 那个我用一个 type 代表很多 type 很像。那 generosity by structure 就是 C 加加 standard STL 里面有一个 generosity 的方法，我本来想讲一下，不过应该没有时间，我就不讲了。那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 generosity by shape， 就是什么是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这个 generic programming，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想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大家对 functional programming 有兴趣的，或者很会写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人，你们都知道你的程式呢，就会喜欢用 map， 用 filter， 用 fold， 用还有什么？reduce 好。那 reduce 其实是一种 fold， 但这可以，我今天应该不会讲。然后，我最后想要讲啊，然后
我想要讲的问题是说，到底在写 map 的时候，程式设计在想什么？就是 map 或者说 fold 好了 ，fold 只能用在 list 上吗？可能不止。那我但是在很多语言里面，它可能只会定义一个 fold， 那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作用在 list 上。那我这边会讲说，在 Haskell 里面，其实我们常常会看着 data type， 然后把这些function写出来。好，像是 map 好了，我今天有两个 data type， 一个叫 list， 一个叫 tree。list of A 有两个 constructor， nil 跟加，冒号加。然后 tree 有两个 constructor， 一个是 node， 可是他们都有 map， 对吧？这个 map list 是什么？map list 的 type 是我拿一个 function A to B。那我可以把 list of A 变成 list of B， 然后 map tree 呢，是我把也是拿一个 A to B， 我把 tree A 变 tree B， 而里面也很像，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像在哪。我们就发现说，对于每一个 data type， 首先我们这个动机是对每个 data type， 我们都可以写出一个 map， 所以像 Haskell， 如果你这个开了一些的话，你可以写出红黑数。红黑数是什么？红黑数是最下面的节点都是，就是每个节点会有颜色嘛。那只要如果它是 left 节点，黑色。如果它是麦克风怪怪的，如果它是 red 的话，一个 red 的节点，它的指数只能是黑的。所以我就有三个 constructor， 第一个是 left b， 它会回传一个节点是黑色的红黑数。一个是 node r，node r 拿两个黑色节点。得到一个红色节点，一个是 Node B， 那 Node B 是可以拿任何的颜色的两个子节点，接着得到一个黑色的节点，所以就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红黑数。那它也有一个 map， 我其实讲那么复杂，我只是想要说它有 map 而已。然后 tree 的 map 可以用在 RB， 很明显不行，我们还是要重新手写一个，就是这样子，没有很难写，可是你如果 data type 这么多，你每个 data type 都定一个，那不是很烦吗？为什么没有人这个让我只要打一行字就可以得到 map 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就是如果你在写一个 deriving f functor， 那它大部分就会生一个 map 给你。但我这边用 map 当例子，是因为deriving 其实有很多限制。我这边，我到最后会讲它跟我们现在这个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的方法差在哪。好，首先我们会发现 type tree 跟 list 很像嘛，都有一个 type variable。OK， 然后第一个 constructor 都是什么都不拿的，它 constructor 你只要写下去，它就是写 nil 它就是 list of a， 写 left 它就是 tree of a。那第二个 constructor 呢，会拿它会只会拿两种东西，它会拿两种东西的组合，要么是任意的 type。OK， 就是一个 A， 或是或它可以，应该是三种东西的组合，一种是它现在被定义的是 type variable，OK，、okay, 然后再来是任意的 type， 因为你可以在 data of list 里面写说我要拿这个 constructor 一定要拿 bool， 或是一定要拿有什么int， 一定要拿奇怪的 type， 就是写死的 type。那再来是它可以拿自己，这是一个 recursive 的 definition，OK。Okay,那，所以我们就发现它其实形式很像，就是这个框框歪掉了。Map list 跟 Map tree 的这个 map 的形式其实都是 A to B to T A to T B， 然后 T 可能一个可以换成 tree， 一个换成 list， 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然后我们再发现他们的这个 function 的 clause， 我们刚刚是 data type 长很像哦，现在是他们的 map 也长很像 ，map 的 type 长很像，刚刚讲了。那 map 的 definition 其实也长很像。一个 clause 对一个 constructor， 这当然的。然后每个 clause 的结果，每个 clause 的结果跟我用来 deconstruct 这个 data type 的那个 constructor 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拿到用 left construct 的 tree， 我会回传的东西一定是用 left construct。如果是 node， 那回传的就是用 node construct。那这个 construct 的时候做事也一样，我只要把每当我遇到 A， 我就套 F， 然后每当我遇到recursive 的 tree， 就是像这边 node 这边是 T1 T2， 我就套 map tree 自己。所以是在 list 的话，那就是我在 list 那边我就要套 map list f， 在这边套 map tree f。所以 map 做的事其实在两边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件事写下来呢？
这时候就有人说，哎，那不就是 Functor 吗？这个讲这么多 ，Haskell 早就已经帮你解决了。但其实没有，因为实际上你在写 Functor 的时候，每个 data type 你还是要重新定一个 fmap， 对吧？那这样其实就是跟重写没有两样啊，你就是每次都要写一个啊。所以这边有个重点是说 ，typecast 做的事情是 ad hoc polymorphism。ad hoc polymorphism 意思是说，你这个它是 polymorphism， 但是它是 ad hoc 的。我只看一个东西是 functor， 我不知道它的 fmap 是怎么被定义的。你可以对每个 data type 都定义长完全不一样的 functor。虽然，我们在写 Haskell 的时候会希望大家遵守一个叫 functor loss 的东西，但你就算完全不遵守，它还是可以 compile， 这程式还是可以写下来。那其实也的确很多人没有在遵守，所以，我们想要的东西是一个 universal 的 polymorphism， 意思是我要一个程式就代表所有 map， 那所有 map 的行为都一模一样。我今天就算定一个新的 data type， 我马上就可以有一个 map 给它用，而且它的行为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是这个 functor loss 也只是外部性质而已。所以每次定义呢，这个要嘛写的人要检查，要嘛用的人要检查。那没有人检查，可能就会出一些错，那就没有人要负责。目前我们知道很多 data type 都感觉有个 map， 也感觉，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它有 filter， 也可以感觉它有 fold。那写程式虽然是很讲感觉的，但我们还是要把它想办法把它正式的写下来。OK。好，这就是进入主题了。很晚才进入主题。那我们想要用一个方法表示所有 data type。OK， 定义。那我们要有一个方法表示所有 data， 不能说所有。理想上，我们要想要有一个方法表示所有有 map 的 data type。但实际上，我们其实没有方法找出所有 map 的 data type。我们只能先画一个圈圈，说我们来看这些 data type 有没有 map。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这个圈越画越大。最后我们用一个表示法说，只要用这个方法可以表示 data type， 就一定有 map。OK， 然后再来是在有这个表示法上有没有定义 generic function 的方法，就是我只要定义一次 function 就好了。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个这个奇怪的领域哦，应该很快。要是我讲太多，应该大家就要跑走了。我们先就大家轻松看就好了。一个 GADT 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它每个东西其实都是我前面有讲到嘛，它只会拿这边只会有四种构造方法。这个 mono 是用来表示一个 constructor 用的，什么意思呢？这 mono 假设是 empty set， 就代表我什么都不拿。lif 这里的 lif 跟 nil 就是标准的什么都不拿，因为它最后回，它是这个 type 是回传嘛，它回传，所以它其实什么都没有拿，就会是它的 type 就会是 tree 了。好，那e 跟 i 分别是这个叫什么 ？A 是叫 element， 就是我现在这个 tree of A 正在用的这个 type， 这个 A 这个 polymorphic 的 type。I 是这个现在我在被定义的 type 自己，所以这个 construct， 所以它的 constructor 像 list 里面，它的第一个 constructor 就是 empty， 就是 empty set。第二个 constructor 用这个表示法表示，就是一个 E 跟一个 I。好，那我这边 mono 是 constructor，poly 就是 list of constructor。List of constructor 就是Haskell 的 data type 嘛，所以这是一个几乎能涵盖 GADT 的一个表示法。好，有了这个表示法之后，就可以做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了，因为我只要把所有东西 data type 都转成这个表示法就好了嘛。然后我在这个表示法上面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可以跳过的部分了，因为这个是实际上的这个一个叫 generic SOP 的 library 会用的表示法，那它叫 sums of products。这有太多东西要解释了，所以我就不解释了。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NPNS， 其实就是我刚刚写的那个 mono 跟 poly， 然后可是有很多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type 啊，像是这个 F 是一个 functor 啊，然后说什么要用 type family 啊，然后 type family 有个 instance， 然后假设这个 expression 我先写了一个 data type 叫这个 ESPR， 这假设这是我现在写的 data type， 我希望拿到它的 generic 表示法，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要写一个，这个 library 定义了一个叫做 generic 的 type class。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写一个这个 generic type class 的 instance， 来定义在这边。OK， 一个 generic 的 type class 意思是说，这个 type 有两个 function， 一个是 from， 一个是 to。我可以把它变成 generic 的 representation，
然后我也可以我可以把它，对，我可以把它变成这个是 from， 从 data type 变成 representation， 然后还有一个是 to， 就可以把它变回来，我可以把一个 representation 变回这个 type。要是你写下这两个 data type， 那接着就可以用它来写，就可以用它来写generic function。可是虽然我是说你如果你先写下来就可以用它来写 generic function， 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 library 写这个 library 的人已经先帮你把 generic function 写好了。所以这是一个function programming 的优势，就是你在写 function 的时候，你不需要管是不是真的有存在这个某个 generic 的 instance。我在写的时候，这个 library 写的时候是说，假设我现在有一个 generic instance， 我现在对它写一大堆 generic function， 所以用这个 library 的人只要定义好 type 是 instance of generics， 那他马上就可以拿到 generic functions。好，所以简单来讲，一个 generic function。在要怎么定义一个 generic function 呢？就是用刚刚的 from 跟 to， 还有一大堆 representation 上的操作。那实际上呢，发生的是非常可怕。OK， 这是什么？这是 generic 的 JSON function to JSON 跟 from JSON， 意思是大部分的 Haskell data type， 假设你可以定义刚刚的那个 generic instance， 其实也可以，因为 Haskell data type 其实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其实很丰富了，但它还是有限制。那总之，能用 Haskell data type 定义的东西，几乎都有那个 generic instance。就是，然后你在如果你有写过的话，有些人的 code 里面会写 deriving generic， 那就是在把这个 generic instance derive 出来。那只要有这个 generic instance， 也就是大部分的 data type 都会有 to JSON 跟 from JSON 这样两个 function。所以你用 generic library， 你的写下一个 data type， 马上就可以拿到把它转成 JSON， 跟从 JSON 转成 data type 的转成这个 data type 的两个 function。我们只看 type 就好，这个 G to JSON 的 type， 最后先不管这一大堆球，最后 value 这个 value 就是 JSON value 的意思。所以我只要写的时候，刚刚这个 expression 我定义了这个，我想要说它可以被转成 to， 它有一个 to JSON function， 那我要做的是很简单，我只要把 G to JSON 放进去就结束了。所以 G to JSON 就是一个可以放在任何符合这堆东西的 data type 的 JSON instance 的地方 ，OK， 所以这些非常可怕嘛。我刚举的例子是 map 嘛，那 map 就更复杂了一点点，因为 to JSON 呢，只要作用在一个普通的 data type 就好，可是 map 要作用在是一个 type constructor， 就是我们直接看它的 type 好了。这是 generic map， OK， 最后会就一样是拿符合这段条件，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A to B to F A to F B 这样的东西。那这里限制的东西是 F， 那 F 是一个像是 list of A 的 list 或是 tree of A 的 tree，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type， 它是一个 type constructor。所以这是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讲 kind， 因为就会有这种 type of type 的问题。好，讲这么多，大家会说哇，这也太难了吧？谁想写这个东西啊？所以，就算你不会 DGP， 那没关系嘛。就是我会写 generic 的 instance， 我只要我现在写任何 data type， 我只要会写那个 generic instance， 或是我只要会用 ADA 内建的 deriving generic， 那它马上就会有这一堆instance 可以用。就是我马上知道它有 EQ 啊，我可以对它做比对，可以对然后 equality 的比对，我可以有 show， 我可以把它转成 string。然后有 lens， lens 比较复杂。那我有 to JSON 跟 from JSON 等等的。那就算你不会写这个 instance， 你可以用它写好 library 里面的 instance， 它也有附一些 instance 给你，所以常用的 type 都有。所以你什么 list 也有啊 ，tuple 也有啊。所以不见得，假设你没有很要一直定搭在自己的 data type 的话，那也很好用。就算你不会用它的 library， 那你起码知道我刚刚这样讲之后会知道说。这个每个 data type 都有一个 map， 那你就算要重新手写，你也大概知道这个重新手写的感觉是什么。希望啦。好，所以这是 DGP 的一个小总结，就是有一个能表示很 type 的表示法，那很多不代表是全部，但是只要是有一个完整的表示法，我就再想一个机制，把这个 native data type 转成 generic 表示法。那刚刚用的是 from 跟 to，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什么？用 metaprogramming。Metaprogramming 呢，就可以这个是我
之前的研究内容，就是我是坐在 Ada 上面 ，Ada 是一个 dependent type 的语言，那用 meta programming 再搭配 data type generic programming， 你就可以产生 native 的 function， 所以你的 function generic function 定义不会长那么可怕 ，OK， 但有好有坏啦，哦，先不要看好了，就是刚刚我看到一大堆 generic function 的定义，一个 generic function 根本看不懂里面在写什么，可是如果你可以产对于每个 data type 都产生一个 native function， 例如刚看到 tree 可以产生 map tree，list 可以产生 map list， 那这样子就可以这个起码 code 是看得懂的。当然也有个坏处，就是你的程式码就重复了。好，所以这就是最后一点小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说，我大概讲一下，就是说有些程式语言会说他们有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设计，可是其实，我们要说程序员不好了，但就是没有很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因为什么？假设今天很多语言常会做的事情是，我对于每个假设 OOP 语言好了，他会说我对于很多物件我都定义了一个或者对很多 class 我都定义了一个 method 叫 map， 那每个 class 的 map 之间有关系吗？其实看不出来，我就是每个都定一个，所以我不能只用 map 写程式，我一定要用某个东西的 map 写程式。OK。这听起来有点悬，但是大致上就这样。所以像我举个例子，这是 Rust， 那 Rust 的 trait 可能有用过。那 trait 跟 typecast 因为长很像，所以我就拿来比。一件事情就是 Rust 的 fmap 是用 trait functor 表示吗？不是，因为 trait 其实写不出 functor。那 functor 是一个性质，不是一个结构。functor 这个性质是某一个Type to type 的东西的性质，所以 list 是 type to type， list 拿一个 a 会得到一个 list of a 这样的 type， tree of a 是 type to type， 拿一个 a 会得到 tree of a， 那所以 functor 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性质，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语言里面可以写出一坨，你可以定义一个性质叫做 functor， 那你才有做到 functor 的 polymorphism， 所以没有 higher candidate type。这个 higher candidate type 其实就是有 kind 的意思，那没有办法表示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其实是很难表达 functor 性质的。那如果你再往上叠，例如 functor 往上叠有这个by functor， 或是另一个方向叠，也可以说叫 monad， 那他们也都是type to type 或是更复杂的 type constructor 的性质，那这个抽象化就会变得很难表达，所以看来是没有时间补充太多东西了。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然后现在是有一点休息时间，所以有人要问问题的话，可以现在问，有吗？请问。问一个跟这比较没关的，就是你是怎么样从学习哲学到对程式感兴趣的？好，这个我以为大家。我会认真看那个，没有，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我本来就会写程式，然后哲学系有逻辑课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也就仅止于此而已。好，好，你要继续问吗？哦，好，谢谢。那是语言设计者要想的事，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他其实可以做到跟，你可以想象这个 trait 那边是一个 type， 这边放的就不是一个 type 的名字了，而是一个 type constructor 的名字。可是，这是第一个问题是 Haskell 的 type class 设计在那边你可以放 kind， 可是它预设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写的时候会很困惑。就是我今天在定义一个某个东西是某个东西的 type class 的时候，例如我写 type class monad， 或是然后 m， 这时候 n 的 type n 的 kind 是什么？你可以 explicit 把它写出来，这样才看得比较懂。可是这 Rust 好了，我很怀疑他有办法在这边设计在这边写 type， 因为他的 type 就不是这样标的嘛。对，就是你要在这边能标出那个东西的 trait， 你现在定义的 trait 的 type 是star to star， type to type 之类的。那
如果就算定义出来，那它在下面的function是怎么表示是另一件事，所以它整个 Type-C 系统都要更复杂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对，如果你一直叠叠叠的话，你可以像 Scala 其实是做出来的 ，Scala 的语法我就没有很喜欢，但是起码它做得出来。好，还有问题吗？可以再一个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是不是是二十分吗？好像是哎、欸。所以我只有五分钟。你要我看看，你可以拖一点点，没关系，你稍微那个拖一下，反正我拍的时候。然后，我有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麦克风能够用这个吗？都可以啊。好，那然后。就是我想要坐在这上面，然后也许这个搬掉，这样我才能够用它，然后我可以坐着写东西这样子。但这个可以，看看行不行？这样子讲话是可能的吗？先去上厕所。请问这个要怎么弄？跑出来了，好像这样可以。
就开始了吗？喂喂哦嗨，大家好，那个接下来这一场是Function Thursday 的创办人，我们的Function的教主本人，不是，要来跟大家，穆启腾老师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演算法内容。对不起。OK， 好，希望我坐近来一点，希望这样大家听得清楚哈。然后今天我来想跟大家谈一下我今天选定的题目啊，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个小题目，然后会关于是说如何把一个 top down 的 algorithm 变成一个 bottom up 的演算法。可是为什么我们谈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其实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我们今天这边是一个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 session， 然后啊，那么所以functional programming 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它的好处，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说它可以拿来做演算、做计算、做证明。好像我们都知道，今天大家有谈到说，function programming 的特征是什么呢？它没有 side effect， 你不能够对变数做 assignment。那把这些功能拿掉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弄一个很弱的语言，好像少了很多功能？其实是因为说少了这些功能之后呢，我们对这个语言的性质更能够掌握。比如说，如此一来啊，一个程式其实就是一个数学式。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像操作数学式子一样的对它做演算，对它做证明。那这个对我来讲是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好处跟特色。那所以啊，那今天我们就理想上是会希望说可以做到，可以就看一些证明啦。但我不确定说今天真的能够来讲得到那么多哈。之前我自己在我们所上讲这个说，这个通常都是讲一个半小时起跳的。那我不知道今天能够说到多少。然后我今天讲到的东西的内容啊，其实那个都大概都是从这一篇 paper， 是 Richard Byrd 在2008年的一个 ZP Tabulation of Recursive Function 这一篇来的。所以说，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可以找一找这一篇这个 reference 之后，我待会可以再给你。好，那么我们要谈说一个 top down 的 algorithm 怎么如何变成一个 bottom up 的 algorithm 呢？可是我们首先要讲一下说我这边讲的 top down 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为什么得要这么做。那我谈的 top down algorithm 主要大概意思就会是说，大概是 in general 的说起来，是把一个那种把一个大问题拆成小问题分别解决，然后直到说它够小为止的那一种 algorithm。 比如说啊，像是说常见的 merge sort， 通常 merge sort 我们大家是怎么样想象它的？可能是你有一个 list， 有一个 list 在这边，然后啊，那我想要做 merge sort， 如果把它从中间切一半之后呢，分别丢下去给两，就分别两边分别下去 sort， 然后这个6258怎么 sort 呢？再切掉一半，再切成62跟58，直到说够小为止，直到只剩下一个 element 为止了之后，就不用 sort 了。那接下来呢，你可以再把它从下到上再并回来，6跟2怎么 sort 呢？6跟2 sort 成26，哎呦。然后58 sort 还是 sort 成58， 2658可以再把它合并起来变成2568，哦，68字写得很丑。然后94合并成4和9，73合并成3和7，然后4937合并成3479，最后呢合并成一个 sort 好的 list。然后这个是我们一般大家想象中的 merge sort 嘛。如果说我们想要把它写成比较精确一点的式子的话，我们可能会怎么写？我们可能写成说，好， merge sort 是定义成像这个样子的，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怪怪的东西，我把它擦掉。这里呢一个 merge sort 可能是定义成这样，是说一个我要定义 m sort， 然后啊它是有一个函数叫 decompose， 它把大问题分成小问题，然后那个这边这个 decompose 是什么样的一个函数呢？它是拿一个 list of A， 我在这边暂时把 list 写成 L， 然后所以拿一个 list of A， 然后分割成两个 list of A， 然后这 LA 乘 LA 是一个 pair 的意思，然后怎么分割呢？就从中间把它切一半，把它切一半之后，两边分别下去做 merge sort 之后呢，再做单一的一个 merge。回来，然后这个是 merge sort 的在比较复杂的 case 做的动作，简单的 case 我还没有写。OK， 这是 merge sort。不过其实merge sort 也有一个就直接从下到上合并的做法耶。
那怎么做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就想到，来，不用做那个分割了，就直接看，62589473这是我的 input list。我就把它相邻的两两合并，然后62合并在一起，58合并在一起是一个 pair， 94合并在一起，73合并在一起是一个 pair， 然后那样本来一个长度是8的 list 变成一个长度是4的 list， 然后呢每个 pair 呢单独去做 merge 之后，现在变成个长度是4的 list， 然后呢之后再两个合并，直到说只剩下一个为止。那这个程式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可能会写成说啊，有一个函数叫做 cd， 哦对不起，刚才这个 dc 是为什么叫 dc 啊，可能把它想成说是 decompose 的意思， dc 的 decompose 的缩写，然后呢 cd 其实是 dc 反过来，然后哈，那个 decompose 在上面的 decompose 是一个 list of a 到 pair， 是一个 list 到 pair of list 的函数，那我这边的这个 dc 啊变成是一个list 到 list of pair 的函数，因为它把相邻的元素合并在一起，那所以呢现在变成是一个，所以把相邻的合并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我每一个都单独去做 merge， 绿色的这个 merge 就是绿色这一条线，这个是 merge， 这个是绿色的 merge， 然后在这里齁，这个 L 就是 list 的 map， 那我今天这个 talk 里面我都把那个都把 type的 functor 同时也拿来当做那一个 type 上面的 map， 比如说像那个，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 a to b 的函数是 f， 那么那我写 lff 呢就是一个 list of a 到 list of b 的函数，它其实那它其实就会是那个大家 Haskell 里面写的 map f 啦，不过我在这边这样写比较短比较快一些，而且待会儿我们可以更 generalize 到其他的 type 上面去。那所以呢，那么一个 button up 的 merge 做法就会是说，先用这个 CD 把那个一个 list 变成一个 list of A， 变成一个 list of pair， 变成一个 list of pair of A， 然后呢再map 做一个 map merge， 然后这样子是一步 button up 的一步，然后我做很多很多个这个一步，直到说剩下一个 element 为止，这个是 bottom up algorithm。那以 merge sort 来讲啊，这个我有什么理由 prefer 这个 bottom up 的做法吗？其实好像没有，好像不见得有。不过哈，有些情况之下，这个比较好用，就会是说，来再考虑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我现在有某一个最佳化问题。然后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我会需要算某个函数对所有连续的 segment 的值，然后从中间挑最好的。那可能是这样做，比如说 input 是 A B C D E 的时候，然后啊 A B C D E 可以分成两个子问题 ，A B C D 跟 B C D E 分别是去掉最后一个跟去掉第一个。然后吼，那个A B C D 这个问题就可以分割成两个子问题，分别是去掉最后一个变 A B C， 去掉第一个变成 B C D， 然后最后啊，那个 A B 还没有最后 ，A B C 可以分成 A B 跟 B C， 最后其实这边还有 A 跟 B， 这边还有 B 跟 C， 但我没有把它写出来。然后呢，那这是一个 top down algorithm， 然后那个它的DC decompose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init 跟 tell， 是 Haskell 的那个 init， 这个 init 跟 tell 都是 Haskell 函数，一个是抓除了最后一个之外的，这个是抓除了第一个之外的，然后所以一个大问题分成两个小问题，然后你会看到说，哎，其实如果这样子看的话，这个 algorithm 同样再套回来，那个其他地方都一样，那这个 algorithm 可以 work， 不过好像有些不太高兴的地方，哪里？会看到有很多小问题会重复算，像这个 B C D 重复算了，然后这个然后同时这个啊 B C 在这边又重复算了，会不会算两次？然后通常碰到这种会重复算的问题，我们都怎么做？我们会怎么做啊？演算法教科书跟你说，这时候你就用 dynamic programming。然后通常就一句话带过去，然后程式就直接丢出来给你了，然后那个对你很自然，这个程很显然这个程式对嘛，可是其实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这个程式为什么会对，那我们待会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
那么这个问题有个 bottom up 的做法，其实呢，也就是说，来来来，我现在从 A B C D 一开始，然后也是两两合并它，跟前面那个看起来有点像。不过这时候我用的那个 C D 啊，其实跟刚才那个有点像。那基本上也就是说，也是一个L of A 到 pair of L of A 的函数。然后那个每次做一个 CD 得到一个 list of pair， 然后啊，那这边各自去做你该做的那一个，在那一个 level 该做的运算，然后就变成一个现在这个会是长度是5的 list 变成一个长度是4的 list， 长度是4的 list 变成一个长度是3的 list， 一直做直到剩下1为止。那每一步的计算仍然是说从一个 CD 开始，然后做一个 map。Okay， 那这两个 algorithm 算出来的东西，很显然加上以后，很显然是一样的，其实没有那么显然哦。然后那个，然后但是呢，但是这个会不用重复计算那个跌到的部分。那这是一个 bottom up algorithm。那么我们怎么 argue 说这两个 algorithm 是一样的呢？这我们会需要想办法去谈谈。然后呢，哎，还有一个常见的状况就是说，有一类的最佳化问题，那个叫做通常最后可能是大分类的话，可能把它分类成一种叫做 optimal bracketing 问题，是那个最佳括号问题。它大概是说，来同样 A B C D 是 input 进来，然后我想要找到如何去把它括号会是最好的。比如说，这可能是矩阵乘法，五个矩阵乘在一起。然后，那你其实可以选成说，来，我就把 A 跟 B、C、D 乘在一起，然后再乘上一个 A， 或者说我把 A、B 乘在一起 ，C、D、E 乘在一起之后呢，两个再乘在一起。那好吧，也许那个，那我会需要不同的分割法，会有不同的效率。那我就要从这各种之中找到最好的。那 A、C、D、E 怎么乘呢？那又是有分，你可以 D 乘在一起之后跟 C 乘起来，也可以说 C、D 先乘在一起之后跟 E 乘起来，有这么多种。那么，所以其实每一个大问题分割出来的子问题啊，就会是说切一半，看你从哪边切。所以这时候你的大问题分小问题的那个 decompose 那个函数是一个什么啊？是一个 list of A 到一个 list， 因为有很多个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函数，会是一个 list of A 到一个 list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函数。那它怎么做？大概上是分成这样，就是说每个 axis 都把它拆成 y's 跟 z's， 只要说 y's 跟 z's 合并起了。append 起来会是 axis， 同时还有说 y's 跟 z's 不是空的啦，但总之大概这样表示一下，这个是我的 decompose。那这一看也是有很多很多重复算呐、啊，那这个问题我怎么把它用 bottom up 的方式来算它，这样可以避免重复算那些重复的问题呢？通常也就是说，这时候就用 dynamic programming。怎么 dynamic programming 啊？大家五秒钟想一下。好，你会需要建立一个，一种方法是做一个，哎，好像是一样的 table 哦。但是哦，比如说我现在我要算 A B C D E 这个东西啊，我把下面的 table 都做出来之后，我是把 A 跟 B C D E 当做一组算一下，再来 A B 跟 C D E 算一下 ，A B C 跟这个 D E 算一下，所以这个一跟一在一起。二跟二在一起，三跟三在一起，然后这个四 B C D A B C D 跟这个四这个一在一起，这四组从那下面这样取出来。那比如说 A B C D 怎么算呢？黄换一个颜色 ，A B C D 怎么算出来的呢？哎，同样是 A 跟这个 B C D，A B 跟这个 C D， 这个 A 跟这个 D 出来，所以这边有一个小的三角形。那同样的还有那个这个地方，这里怎么算出来的？是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这个三角形这样算出来的，然后建立这样的 table。哦，所以这样好像一讲就懂了嘛，因为很显然是对的。好吧，那么，可是我们现在谈说这个很显然该怎么说？那同样的这么做，这也有一个 CD， 这个 CD 是 something very complex， 我就不把它写出来了。其实哦，我记得今天我们今天谈不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复杂一些，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方式写的
单纯的写的出来的，但是原则上类似。所以总之呢，现在也是有一个 DC， 有一个 CD， 然后他们应该得要满足某些性质，才能够让这一个某个 top down 做法跟某个很厉害的 bottom up 做法其实是一样的，这件事情建立得起来。那我们想要看看，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谈这件事。OK， 然后好，那么好，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 CD 跟 DC 啊，这两个函数，我们有一个性质没有，有一个东西没说到是说，我们待会会要求说这个 CD 跟 DC 他们都是 natural transformation，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简单说来 ，natural 是非常。技术的非常那个操作性的说起来 ，natural transformation 可以把它想成说就是 Haskell 或是 function language 里面的 polymorphic 函数，它在做事情的时候，它只看那一个 input 的形状，不看它的里面的值是什么。比如说，当 merge sort 在做切一半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它没有去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它就直接切一半，然后。那么在做两两合并的时候，他也没有看说这个是六，这个是二，他没有看这件事情，就直接两两合并而已。那这样的函数会有一些好性质，那么我们待会儿会看到哈。但是啊，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好 ，OK，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说看说。好，那个我们先谈谈看说我们怎么样 specify 一个 top down 的 algorithm。这该怎么做？我们刚刚讲的 top down algorithm 呢、啊？其实我们那个有几个更 general 的谈，我们的 top down algorithm 该怎么样谈呢？可以这么说，一个 top down algorithm 呢，它会是一个 L of A 到某个 B 的函数，然后这个 L 刚才我们看到都是 list， 但是 in general 不一定要是 list， 可以是任何 data structure， 只要我们只能够找到函数，满足一些该满足的性质就好了。然后呢，待会儿会用这么一个 notation 呢，就是说，当我写 p 那个 f 分号 g 的时候，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函数，它拿一个 x 进来，然后呢，把 p apply 到 f 上，看看说 x 满不满足 p。如果满足的话呢，那么我做 f of x， 不然的话我做 g of x。所以说，其实说起来，这个东西它等于是函数层次的 if then else， 但是我有它的话，可以好用很多。不过哈、哦，这个函数层次 if then else 会有一个好性质哦，是说来，如果说 p f g， 然后我把它 compose 上一个 h 的话，就是说我先做 h， 然后再放到这个 if then else 里面来，这个。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就是说，来，其实我可以看看说，哈，这个 input 在做过 h 之后满不满足 p？ 如果满足的话，我把它拿来做 f compose h； 不然的话，我做 g compose h。有这么一回事吗？好像应该有。啊，其实我跟你讲，只有 total 函数才有。然后，如果说这里面会有不会 terminate 的东西的话，这个性质就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谈简单一点的语言的原因，因为语言简单了，这些好性质我才有，不然的话很多很多我想要的东西不成立。但总之呢，这个东西我待会会用到，然后我先把它，我现在就把它删掉。来，我们的 top down algorithm 长得像什么样子呢？来，是一个，好，我现在就先假设说有一个函数叫做 single， 它用来判断一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够小了，小到不用再分割了。然后啊，然后这个 single 的这个函数 single 它的 type 是 L of A 到 bool。然后啊，如果说有这么一个 single 的话呢，来 top down 是这样子看，说好，我看看这个 input 是不是已经够小了。如果够小的话呢，我有一个函数叫做 extract， 它把那一个够小的只有一个 A 的那个 L of A 给里边那个 A 给拿出来。然后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做一个叫做 F 的动作，这个 F 呀，好，这边这一个点是什么？就是 composition， 然后是 Haskell 的这个 composition， Haskell 写成一个点，然后刚刚有些语言写成像这样子嘛，有些写成这一类的，总之那一类的 composition， 然后，哎呦，好，你等一下下来，好，然后呢，那么这边这一个 F 是什么 ？F 在这里是一个。F 在这边是一个从
A 到 B 的函数，他拿他做他处理那个 base case。那此外啊，我刚才有一个我有一个 decomposition 嘛，就是说有一个 DC 是一个 L of A， 刚才都是拿一个 L 得到两个 L 的函数。不过 in general 不一定要是两个，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看那种说一个会有那种 L of A 到 list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那种函数，所以不一定要是一个 pair of list。那我们可以 general 一点说，好吧，那么就让它是一个，让它是一个某个 f of L of A 好了，这个 f 是又是一个 functor， 然后它用来看你是什么问题。有的刚才几个简单的例子都是 pair， 但不一定是 pair。好，那个 DC 呢？有了 DC 之后啊，当我们看到复杂的 case 怎么办？我们就先做 DC， 然后呢，再来得到input 是 L of A， 做完 DC 之后得到一个 F of L of A， 然后我对那个每一个 F 呢都 recursively 做 top down， 这样子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 F of B。最后我要把那些 B 收回来，所以说有一个函数叫做 G， 它处理 inductive 的recursive 的 case。以 merge sort 来讲，这个 G 就是那一个 merge， 然后碰到其他的问题可能是别的，然后这个 G 放在这里 ，G compose 过来 ，G 是一个从 F of B 到 B 的函数，它把下面的 structure 的每一个 B 都算出来，然后收回来变成一个 B， 你这样子得，你这样就从 LA 得到一个 B 了，这个是inductive case， 然后整个合起来，这是我们的 top down algorithm。好，这是 top down。那 bottom up algorithm 是什么呢？那么好，我把这个搬到旁边去。哎，这些东西搬旁边过来，然后我的 bottom up algorithm 会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刚刚讲的，会是说那个通常吼，我的 input 是一个 L of A 嘛，然后其实我的 bottom up algorithm 会是长像这样，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先给它做一个 map F， 这样子得到一个，不对不起，这样得到一个 list of B。然后再开始一层一层做上去，然后所以这个 bottom up algorithm 长得会像是这样，会是一个BU compose LF， 然后这个 BU 是LF 拿这边拿到一个 list of A， 然后我先全部管三七二十一，我全部把它当成 base case， 先得到一个 list of B， 然后之后呢再开始一层一层做上去，收回一个 B， 所以说这边的 BU 会是一个。BU 会是一个从 L of B 到 B 的函数，那它基本上啊就会是说，其实吼就是每一步我都把它拿来做什么，都做刚才那一个 CD， 哎 ，CD 在这边 ，CD 我把它再写在这里，可以耶，这边有 DC， 这边有 CD，CD 是一个。L of A 到 list of F of A 的函数，它还是拿一个 L 一个 list， 但是呢，把它两两，比如说以 merge sort 来讲是两两合并，得到一个 list of F of A， 所以他们刚好有这样子的对应 F L 跟 L F， 然后 C D 拿来之后呢，然后做一个 C D， 所以 input 是 L of B。我现在有 L of F of B， 那么我要最后怎么样得到一个 B 呢？对不起，那个我现在有一个 L of F of B 了，然后我要每一步对每一个 F F B 都对它做什么？做那一个 G， 每一个都对它做 G，L of G， 这样子得到一个 L of B， 这是一步。这是 bottom up 的一步，然后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很多很多步。这边我可以用 regular expression 做很多很多步，直到说剩下一个为止。剩下说，如果是 single 的话，就把它 extract 出来。不过哈，这个写法不是很精确。如果精确写的话，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子写，就是写说，来，这个是这个 LGCD 呢是 bottom up 的一步，然后呢，来我。每次看看说，
同样看看说是不是已经只剩下一个了，只剩下一个的话，我就直接把它给 extract 出来。不然的话呢，我做那个 bottom up 的一步做完之后呢，再 recursively 再做 bottom up 上去，然后直到说 SG 成立为止，这个是我的 bottom up algorithm。然后现在呢，两个 top down algorithm 写出来了。Bottom up algorithm 写出来的是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要证明说他们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要证明说，证明这一个事情，证明这一个top down 要等于 bu compose lf， 这个是我今天要证的性质。三分钟吗？不是五分钟吗？好 ，OK。那么这个看来是会做不完，但是齁，来，通常这种事情怎么做？那个就像做数学式一样，然后齁，我把那个我要证明两个东西一样，通常其实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把比较复杂的那一个弄成化简成比较简单的那一个，然后所以说我从难的那一个开始 ，bulf 这。看起来是数，其实它是程式哦，它完全可以写成 Haskell 程式，只是只要把 notation 换成 Haskell 版的 notation 就好了。那我希望它最后会变成 TD， 这个该怎么弄啊？就拆定义嘛，来 BU 是什么 ？BU 是如果是 single 的话做 X， 然后啊，不然的话做 BULGCD 变成，然后旁边做一个 LF， 然后嘞。嘿，刚才不是说这个 LF 可以分配进来吗？来 ，SG， 然后等一下哦，我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啊？来，回头，这边拉，最后我要等于 TD，TD 是什么 ？TD 是如果是 single 的话，做 F of EX， 不然的话我做 G of F of recursively 做 top down。然后啊，同时做 DC， 这个是 TD。然后呢，哎，等一下，如果说哈，我上面这个东西，我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弄，就很尽力的去弄它，我把它弄，想法把它弄成这样子 ，F of EX， 这边都一样，只有说这个地方是 BU 点 LF DC， 只有这里不一样。然后呢 ，by induction。可以这么做吗？好，那个其实哈，这边其实还稍微要用到一些 theory， 不是总可以这样子做，但是呢，因为 by induction 说，根据那个归纳法，这边我要证明的东西不就是说要证明那一个 bulf 等于 td 吗？这就是我要证的东西。那刚好啊，这边 bulf 对，刚好这边。有了 BULF 在这里等于那个 TD， 然后所以我把它换过来之后呢，再收一步就收回来成为 TD 了，那就证出来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这不是我要证的东西吗？这牵涉到一些其他的 theory， 那我今天这边没有办法讲。所以说哈，我只要想办法，总之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办法把这一个式子变成这一个式子，然后之后呢就可以收回来。而这个式子怎么样变成它呢？那么又是一样的，来，我再看看。这个地方，哎，来，刚才不是有讲说，啊，这个 LF 可以分配进来呢？来，那个，所以说这里变成 SG compose LF， 然后 EX 这边 compose 一个 LF 分号 BU LG CD compose 一个 LF， 然后呢，等等，啊，怎么办？等等哦，那个 SG 是一个 natural transformation， 它是什么？它看你的问题是不是够小，比如说你的 list 是不是已经是 singleton 了？那么一个 list 如果已经是 singleton 的话，我前面有没有做这个 map f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根本就只是 SG 而已。那这里呢？这边讲说好，那个这边说有一个 list， 我把它全部都做 F， 再把唯一的那一个拿出来。
这不就和因为这个 X 它是一个 extract 是一个 natural transformation， 所以说我把一个 list 全部都做 LF， 再把那一个拿出来，那其实不就和说我把那一个拿出来之后，再对那个做 F 是一样的吗？那怎么？哎，这是好消息哦！你看，我这里跟这里都出来了。最后呢，其实我现在还要把这一段变成这一段，但是呢，应该就来不及讲了。然后哦，要把这一段这边，其实他们相等做。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会有一个重要的性质是说，这边是把一个 top down algorithm 变成一个 bottom up algorithm， 然后所以它的我要做归纳证明，一定要谈那个那至少一个 top down 的一步可以变成一个 bottom up 的一步，那个一步相等这个事情怎么谈呢？其实最后其实是写出来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性质，是说来这个是 top down 的一步，然后做就是说呢，我把一个问题用 decompose 分割成数个，这边去做 bottom up， 但是呢，但是用 G 收回来，这个是 bottom up top down 的一步，它会等于 bottom up 的一步。这个东西一样，这个性质要另外证，而且它是真正难证的东西。但这个证出来之后呢，在这里会用到它，而在这里面就需要用到 DC 跟 DC， 它必须要有些关系才能够成立。所以说，刚刚这个很难的这个东西说，说它为什么会对呢？因为这个 DC 跟这个 CD 不是乱写的，会需要有一些性质让它成立。然后在这个地方就会，在这里就会，我们就会发现那一个使得它们能够成立的性质。OK， 但是这些细节无法说。所以总之，今天我们先要谈，我们刚做了什么事呢？我们谈着说 ，in general， 如何把一个 top down 的 algorithm 变成 bottom up 的 algorithm， 然后呢，做这个转换有一些好处是说，可能我们可以省一些空间。其实这就是大家常常谈的 dynamic programming。可是我们的演算法书没有在教你说，但它为什么会对，都是直接讲，所以好像就会对了。那么，可是，在那个有一个语言描述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描述的精确，然后同时呢，我们可以证明它为什么会对，然后在做这个证明的过程，发现使得它能够对的性质。而这些数学式呢，其实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程式，都是可以 run 的程式。那这个是我觉得 one function programming 好玩的地方。那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听到这个地方，听到这边。好，好，那我们开放一个问题好了，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想问？大家都要去吃午饭了。有吗？有吗？没有的话，那哎、欸、有哎、欸，谢谢您。哎，我想请问，就是依老师的经验，通常会将程式看作数学。喂，哦，是。喂，喂，有听到的样子。程式的哪些部分不像数学？其实要看说你讲的数学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习惯的思考都已经是被训练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会这样子去想它，我会把程式想成数学。但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次去回答哈。一个是说那个当我们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写 top down 是什么 ，bottom up 是什么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只有这个式子本身并没有谈到效率的问题，所以说他们都只是函数，然后其实然后我们证明函数相等，可是其实并没有谈说哎这个东西有比这个快哦，并没有说到这件事。那通常那个对于效率的分析会需要另外来做，那所以但其实分析效率其实也是数学了，所以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讲的是说那个就是我们在做这些 reasoning 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把函数相等这个事情先去建立它，然后之后呢再去谈效率的事。所以其实我导致说我们需要习惯一个事情是说，其实不要太着急效率这件事，不然的话很多很多中间的演算你会不敢做，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回答是说，我在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啊，对，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到说，那个做这些计算的时候，好像我会把它想成说，哎，其实我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它呢？其实好像都是有在观察那个式子，所以其实我没有在想这个程式怎么执行这件事，我只有在想着说，我要把这个式子变成这个式子，那中间怎么转？这个是好像这个是很数学的思考。那这是我也觉得是说，在教这类东西的人，他会比较强调说，这就是把程式想成数学的好处，因为我可以暂时忘记程式怎么 run 这件事，程式意思是什么？我只是在谈，我好像只是在谈这个分配率，然后我只是要把一个式子变成一个式子，然后我在观察说，我要把它变成它的时候，要搬哪些项才能够做到这件事。那么，那这个给我另外一个工具，让我能够比较抽象地思考这个程式是可以怎么做出来。那所以我会好像装得说我好像没有在想说这个程式实际上是怎么 run， 但其实那个这都是很顺利的情况。那真正我在那个想，真正我在想我怎么把它变过来的时候，当我卡住的时候，我还是会去想说，我还是会开始去画。开始去那个去丢资料进来 run run 看，然后开始去把这样的程式来 run， 然后最后抓到一些直觉之后呢，然后我再开始回来做数学运算。所以说那时候有些时候当我做运算卡住的时候，我会需要再把这些数学式回头来想成说他们其实真的是程式哦，所以这里面到底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这样子来给我一些提示说，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它。那这个是这两种 view 有时候是要这样子切换的，那就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好，呵呵，谢谢你。这个麦克风真的没声音。嗯，我下一场是不是有隔一点声音？对啊，对啊，你可以稍微。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失误找你，原来是这样。就看能不能讲到25分。好，我试一下，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我是不是要设定？对啊，你有外接一下，它自己接上来。有了，这没错。要怎么？喂，好，那下一场是由 Danny 来讲 closure conversion， 是一个比较技术的议题。那大家来帮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Danny 吧。Hello， 我是 Danny。那今天来讲这闭包转换，是因为虽然说函数式语言里面有很多议题，就是或者说整个从程式语言的角度来看，那我会觉得说functional 的对我来说最核心的还是函数可以被当成值这件事情。那有这么一个事情的话，就可以写出像这样的函数，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 make adder 这个函数，它会回传一个函数这件事。那里面的函数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用到了外面的变数，那这个变数要怎么拿到呢？就从 C 语言的角度来看，就我们直接写成 C 语言的版本，我们就会意识到说，哦，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 N 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不单纯只是一个语法的问题，就是说今天就算我们把它变成说就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宣告一个函数。那这边的 n 是什么呢？那让我们假设它在函数里面的 stake 的位置。那我们会发现说 make adder e return 这个 n 的位置就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这样子是就是还是不行。那我们再来就会想到说有什么东西可能活得比 stake 还要久？那比如说 global variable。所以我们这边 make adder 会去 set 这个 global variable。然后adder 会再去引用它，那这乍一看之下就是简单的情况是对的，但是一旦我们
变换的顺序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 global variable 只有一个，可是我们可能想要 make 很多 adder。那这是因为它就只有一个，所以你可以认为说，这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储存它的环境，就只有 n 万。那所以再来，我们就会想到说，除了 stack， 然后除了 global variable， 那还可以增长，然后又生命周期是由我们自己控制的位置，就只有 heap。所以一般来说，一个 closure 在C 语言这样的 model 里面会可能会写成这样子。那这 expression 是因为这个 expression T 是因为就是我们也不确定我们的语言到底需要什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展示就是不一样的各种 encoding 的方式。那它呼叫的时候就变成就是要把 function pointer 取出来，然后额外加上它本来自己含带着的 environment。那这边 function pointer 没有做转型，所以它其实也是假的程式码这样。那再来就是谈到说它的变换的内容是怎么做的。那它首先是我们用 JavaScript 来看，就是make adder 它这个函数，它会首先去问自己的 body 说 free variable 有什么。那什么叫做自由变数，就是 free variable 呢？那就是说在 m 这个 take n 的这个函数里面，它总共有 n， 然后加跟 m 三个自由变数。那因为我们知道加号是我们的 primitive， 所以它会被排首先被排除。那所以它会回报 n 跟 m。那往上到了这个函数的参数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m 是自己的参数，所以它也被排除掉。所以在这边这个绿色的括号里面，就是唯一的自由变数就是橘色框框起来的这个部分。那到 make adder 本身呢，它就会发现说已经没有任何自由变数了。所以在转换的时候，就是你要在函数的整个 syntax 后面，就是参数列表插入一个叫 environment 的参数。然后因为我们这边用JavaScript 的 array 编码，所以它就是直接去参考，就是它在 environment 里面我们预先讲好要放的位置。那自由变数的部分就被提取到这个 closure 的第二个部分，所以我们这个 closure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array。那就为了简化我们转换函数呼叫的部分，所以就算没有自由变数，我们也做了 closure 的转换。那结果就会像类似像这样，所以这段 JavaScript 的程式码是可以运作的。那今天的目标是JavaScript 这一段程式码可以对应到右边的 Scheme 的 call。 那这其实只是一个类似 Scheme 的语言，当然也不完全 Scheme。 然后整个 make adder 大概会长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会然后再来是函数呼叫的部分。那它就是把函数然后括号参数的写法变成引数的写法变成说是括号函数引数，这是 Lisp 的风格。然后这 make adder 会有一个缩写的形式长这样子，它可能会叫 define procedure form 之类的。那所以最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编译的目标，所以现在就是写程式然后转过来。那一开始我们会有一个 primitive， 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定义说一些语言，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语言，然后symbol 就是用来表示变数。那我们会有我们也会有 number 就是数字，然后跟 primitive 是这些特殊的变数这样。然后 expression 里面可以定义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最重要的是这是第一个语言，所以叫 L0。 那我们可以定义另一个语言叫 L1， 然后它会扩展它，然后之后我们把刚刚讲的 define procedure form 拿掉，所以它就会是像 JavaScript 的话就会长得像这样子。那我们就把这个 comment 拿开，那我先写一下body。所以它的转换就会长这样。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用两个中括号来表示，就是继续套用 transformation， 就是这个 T。 那它在NanoPass 这个框架里面就只需要再加一个括号就好了。那它自己是说这个功能叫 catamorphism， 虽然有点奇怪。那我们可以继续扩展，就按照这个想法我们就继续扩展 L1，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 L2。 那我们这次要做的事情是我们把
body 包起来，就是我们把它从可以有多个 body 变成只有一个 body， 那它用到的会是begin 这个形式。所以这边有预先把 begin 的 web 写起来，那所以它做的事情就蛮容易的，它就只是说跳脱，然后web 起来。那这边可以执行一下，就可能就会看到说，哦，就是它已经有一些转换的结果。那我们先把这东西拉到旁边。那再来是，我们要按照刚刚讲的方法去找出，就是一个 expression 里面的自由变数有哪些。那这个 case 可以先拿掉，我们可以先看，一个 primitive 一定不是，所以它的回传的回报的一定是空的。那一个自然一个数字也不是。所以它也回报一个空的。那如果是变数的话，我们就把它就回传出去。那它应该还会就是开始讲说有哪些东西是缺失的。那这边我们首先会想要就是移除掉 set to list。就是这些，然后是从 bodies 的 free variables 里面移除，然后一应该会有很多嘛，所以我们会 map free variables， 然后一上去，那最后再把它就是丢进同一个 list， 然后我们用apply set union 就可以把它全部组合在一起。那它再来会说，少了 lambda 缝。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直接接过来就好了，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那再来会它再来报的是没有 begin， 所以我们就把 begin 拿出来处理。那这一段呢就会是一样是 apply， 然后set union， 就是把集合就是接在一起。那这边会用 map。把 free variables 就是继续套上去，那我们可能会用 append 把多个 body 跟可能在后面的 body 连在一起，然后再来是 define， 那它就是把单纯的把一丢出去，那这是因为其实我们没有用到 define 而已。那再来是最后应该是函数呼叫的形式。那它应该会跟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它这里会变成接这个而已。那它到这边 free variables 就完成。那再来是我们需要用到它的地方，那就是说我们的 lambda 需要多一个参数，它会叫做 environment， 然后我们会把它包装在一个结构一个 list。一个 pair 里面，那第二个 pair 会是一个 vector， 然后它应该会是把 free variables 拿出来。那这边还没有定义 free variables， 所以它的检查方式就是把函数体丢进去问。那 body 还没有做处理，它其实是需要把里面的自由变数换掉的。我先就是如果。到这，等一下、线路，我写一下，我写了什么东西 ？thread subscribe body， sorry， 这一写反，所以这两段，那现在应该会产出一些程式嘛？那它这边，你可以看到说，Lambda 里面的加 nm 还是加 nm， 那我们会想要把 body 里面进行就是这些 free variables 替换掉。那它的写法就是 body， 然后跟 free variables。那 NanoPass 会去找说，任何是属于 free variables 的变数，那就是通过这个 gal 的完成。
那这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改成，就是 reference 到 environment。然后这时候应该会想要算说，它到底在这个 free variables 里面，就是 x 的位置在哪里。那这时候在转换，应该就会看到说它已经 n 变成 vector ref 了。那再来就是呼叫的部分。那 primitive 的情况当然是我们就是直接原封不动的丢回去，所以它就不会被碰到。那 expression 的部分，简单来想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们先把 CARE 检拿出来，然后我们再拿 CDRE， 然后再把参数就是丢出来。那这乍看之下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把这边放大，这一段程式码跟这一段程式码是重复的。那在Agar 求职的语言里面，这件事情就很严重，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会 build 一个 let， 然后让它是一个 closure， 所以然后把函数的部分就是先丢过去。那这样子的转换结果就是就如预期了。那这这只是就是这只是把 free variables 拿掉而已，所以我们可能会更好奇的是说，我们要怎么让它就是我们怎么证明它真的可以编译到 C 语言的模型呢？那这边就是我先跑一下 clean 一下好了，然后 run， 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我们 run 了 compile。RKT， 然后它会 dump 到 LLVM， 然后它编译之后，它的答案是如预期的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打开，就是compile RKT。那它这边的做法还蛮简单，就是第一个是我们所有的 lambda 都就是改成 lambda leaf 这一个形式。那这做的事情就是说，给它一个临时的名称。那这个临时的名称。这边是 runtime 的部分，所以可以就是先简单跳过去。那 compile lambda 就是下一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做 lambda， 我们先做 closure conversion， 这就是从刚刚 prepare 拿过来的函数，然后再做 leaf， 再做 compile lambda， 然后最后才把整个 expression 丢进去 main function。那回到就是 compile lambda， 它就是它刚那个 leaf 的 name。就会变成我们用来在 LLVM 里面 add function 的名字。然后我们 build 就是我们就是这边都是 LLVM 常见的操作而已。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环境用来追踪我们的变数。那我们会先把我们这个环境先填满我们 lambda 里面的参数，然后就开始 build 它唯一的 body 内容，然后原封不动的把这 lambda leaf 回传回去。那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们这边 compile 的时候，就是那最后就是到就是 build 整个 expression 了嘛，那就会调用到这个 compile with。然后这个 compile with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拿到一个就是环境，那这边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回传就是一个函数这样，就是它自己也是一个 closure， 然后它。这边第一个 case 很简单，就是如果它是变数，那就是直接从环境里面去拿出来。那如果它是一个它是一个 number 的话，我们是只处理 integer， 所以我们就把它 compile 成 integer。那 primitive 的情况就是你可以看到说它就有加减乘除。那这边加要用 for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就算这里面写说加 enm 好了，那它。就是它就是这是 scheme 接受的形式。那除了这之外，就是 counts CAR CDR， 然后到 vector 跟 vector ref， 其实都是 runtime 特别准备好的情况。那我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去 integer， 所以等一下会看到。那这边假设它是一个普通的函数呼叫呢，它就会直接假设说，就是我们可以把就是E 这个东西 compile 出来会拿到 F， 然后
我们会把它转回，就是从 integer 强制转回成 pointer， 然后就呼叫它。然后如果是 begin 就多个的话，那它就是套用，就继续套用 compile expression 而已。那 define 的话，它会去更新 environment。然后 lambda leaf 的情况就是刚刚用到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这边就可以从刚刚 add 进去的 function 里面用 getName function 把那个 leaf 的 lambda 拿回来。所以我们刚刚就是 compile lambda 的时候会把整个 form 都原封不动的传回来，就只是为了这件事。然后let 的话就是它就有一个自己内部的更新的环境，然后剩下来的情况就是我们假定不会遇到。那它的就是用这一，就是这一段程式嘛，就是可以看到说，因为 error 边原则上就只是一个不那么标准的 C 语言，那就我们就可以证明说，只要我们把 free variable 真的从函数里面移除，然后转换成另一个等价的形式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可以把它编译到就是C 语言这样的 model。那当然，它其实没有怎么考虑到效率的部分，所以这可能也就是这不是确实不是最好的压缩的形式。然后我也没有做就是动态的型别检查，所以那回到这边的话，就那这是我的那个 GitHub， 然后就是如果有人去找那个 CostCup 的2022，应该就可以看得到整段程式嘛，大概就是这样。哎、欸、哦，那个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现场开放提问。嗯，有吗？史莱杜有问题吗？这应该是没有。你刚刚没有？没有放史莱杜。哦，好好好。好，没有的话有吗？没有的话，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想确认一下说那个，所以如果 summarize 一下的话，你现在最近做的事情是说，我们在Racket 里面，我们假设一个没有 closure 这一个东西的一个语言的情况，对、哦，然后所以说其实那个你现在是要把一个要把有 closure 的语言把它 compile 成那一个，对对对，就如果目标是没有 closure 的情况之下，对。然后因此你这边用到的 Racket 功能有什么呢？似乎说你能够把 program 当成 text， 然后那个然后可以然后你可以去算一个程式的 free variable， 然后最后但是我应该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当我现在有了一个要被转换的 Racket 程式，那其实它是先被转换成一个比较简单的 Racket 程式，然后再被 compile 成 LVM 吗？这边的情况其实是，这是 define L NanoPass 里面的一个 language。那这个 language 它在我走错地方了吗？等一下，我先执行一下。等一下，我找到，在这里，就是我们可以为一个语言 define 一个 parser， 那它会预设生产一个为 X expression 准备的 parser。所以它这个 macro 就是内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OK， 那个可以说它 define parser 是在做什么吗？就是它 define parser 是根据我们上面这边就是 language 里面的定义。那就是可以看到说，就是它是根据这个定义，然后预设的 entry 叫做 expression， 所以我没有写 entry expression。然后它会从这个 entry 进去之后，然后就是生成一个，就是因为它是 S 表达式嘛，所以它其实只需要对它内部的一些性质，就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primitive 就是我们额外丢给它的。那 number 其实就是从 Racket 出来，就是问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 number。那 symbol 就是问说这东西是不是一个 symbol。所以你可以额外加一些你自己判断说是什么的东西，变成你的语言的 terminals。谢谢。还有人有问题吗？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谢谢 Danny， 掌声谢谢。大家好，这次的主题是
Hello， 测试。有，但是我手机有声音，但电脑好像没有哎、欸。我看一下哦、喔。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知道了。你讲个话看看。喂。有声音，好，你现在讲话这个全场都听得到。那因为你之前还有一场，那我们就先播他的影片。好。好。关闭麦克风。关闭麦克风。Yes, OK. 现在声音没开，电脑没开。要怎么贴出那个东西？测试一下。欢迎大家来到影片。我已经忘记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我，对，我记得这个人，可是我其实忘记我哪里过他。你进来看过他。Rust 的，没想到。Rust， 对，我没去过。我这个现场也超紧张。大家好，那这一场比较特别，就是讲者其实人远在日本。但他心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想要还是用录影的方式参与这个议程，但是他本人随时都在线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问问题。那问问题当然就是使用 Slido。那如果想问问题的话，可以扫 QR code， 或是直接去 slido.com 输入 CodeSub22-FP。大家扫好了吗？那如果
对，他本人应该有点害羞。但我可以问他想不想要来 Google Meet 跟我们见个面。不过现在有什么问题，可以听到一半什么问题，就可以先在 Slido 打上去。好，那我就开始播他的影片喽。Introduction to Property-Based Testing。等一下，话说不见了。欢迎大家来到 Introduction to Property-Based Testing。我是 CY 白，或者是你们也可以叫我哈库。然后我目前在东京的一间新创公司叫做 Autify 担任前端工程师，所以我白天就是做 Web 的 Front End， 然后晚上就是自学一些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相关的东西。那接下来这是今天的 Agenda， 我会先介绍什么是 Property Based Testing， 然后再透过更多的范例让大家了解该怎么去做 PBT 的测试。然后接下来呢，会跟大家解释说什么时候其实更适合 example based testing。然后再来，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今天没有办法做太多的深入探讨，所以我会把一些我想到的进阶的议题列点在这个第四项的时候，然后最后就是 Q&A。然后在这场演讲中呢，要是我讲到 PBT 的话，就代表我指的是 property based testing。那到底什么是 property based testing 呢？在它最早是由1997年的这篇论文所提出来的。那基本上它里面有解释到什么是 property based testing， 然后透过这篇论文中，它是用一个叫 TA spec 的 tool 去做范例。然后在三年后呢，在 ICFP 2000的研讨会上，由 John Hughes 跟 Cohen 两个人提出 QuickCheck 这个 for Haskell 的 PPT framework， 然后也借由这个 QuickCheck 的 PPT framework 呢，慢慢的越来越多工程师去根据 QuickCheck 去帮其他的语言去做相对应的 PPT framework， 然后所以我个人是认为PPT 可以算是透过 QuickCheck 来发机的。那到底什么是 Property 呢？我认为一个 Property 就代表是你的 Testing Target 的不辨识。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先从传统的 Example Based Testing 开始讲起吧。不过在开始解释之前，我必须要先强调一下，就是 PPT它是一个测试方式，而不是只有 for Haskell 或是只有 for 哪一个 functional language 的一个测试方式。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我列出来，这边是我所知道的这些语言的PBT framework。所以如果这里没有列出来的话，你可以去搜寻看看你最喜欢的语言的有没有已经有了 PBT framework， 或者是如果还没有的话，欢迎大家去为你最喜欢的语言去实作出它的PPT framework。 那我们就进入 example based testing 吧。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要写一个 reverse function， 然后基本上 reverse 就是要反转阵列的动作。那如果我今天拿到了一个123的 input， 我就是会把它反转成321。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如果收到 ABC， 我们就会把它反转成 CBA。 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它其实看起来也没什么错，因为这样子就是我们有测到123跟 ABC 都有正确被反转。可是这样子的缺点是，假设我们想要去处理更多情境的话，例如说我们想要去处理 empty array， 或者是长度为10万的 array， 或者是长度为100的 array，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去透过举足的方式去更详细的去列出所有的可能性，那可能就会让这个测试变得很繁琐，然后可能也不易读。所以呢，那我们该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
那这个 reverse 就是我们要测试的对象，然后123跟 ABC 就是我们的 input， 然后321跟 CBA 就是我们预期的 output。 所以当我们提到 property 又提到 reverse 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看，reverse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不辨识。也许大家最快想到的就是 reverse， 假设一个 input array 它被反转两次，它就是必定会等于自己，因为321再反转就等于123嘛，所以那我们就可以去测试的其中一个 reverse 的 property 就是，当你的 input array 被反转两次时，它必定等于原本的那个 input array，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然后这边 SFC 代表的是Face Check 这个 JavaScript 的 PPT framework， 所以我们透过 Face Check 的 assert 来告诉他我们要针对这个 property 做测试，然后所以这边 FC.property 就是定义我们的 property， 然后这边的 FC array FC integer 呢，就是告诉我们的 PPT framework 我们要拿到 list of integer 的这个 input， 那它就会自动乱数产生从任何的 list of array 的可能性中产生一些 array 给我们，然后所以这个 FC array of FC integer 呢就有可能会产生出123或是只有一个 element 的0 array of 0，然后或是 empty array 或是长度为100的 array。然后这就是接下来的这个 callback， 就是我们要跑测试的方式。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input array 反转两次必定等于自己，那这里就是把我们这个 property 给写出来，所以这样就可以测试到各式各样情境的 array。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一个 test case 就很像PPT 的情况下，在写的时候就是很像在为你的 testing target 的 invariant 去做一个证明的动作，就是像刚刚就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阵列反转两次就必定等于自己，所以以刚刚的 reverse 来说，那就是我们的 invariant， 也就是我们的 property。 然后在 PPT 中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 arbitrary，一个是 runner， 然后最后是 shrinker， 然后我会依序做解释他们是什么。 arbitrary 呢就是我们要定义来让这个 PPT framework 知道该怎么去产生你的 type 的值，例如说我们有 natural number， 然后有 integer， 有 string， 有 boolean， 然后 face check 还提供了一些 combinator， 例如 map filter 之类的，或是 one of，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arbitrary 去帮我们让PPT framework 去自动产生出我们需要的 type 的值。那为了让大家更容易了解，我这边稍微列出一些 arbitrary 的可能的值。所以以 net 就是 natural number， 所以以 net 来说的话，这边就会是0或是任何正整数，然后我们这边就不额外探讨0到底是不是自然数。所以总之呢，在 face check 底下 natural number 就是会产生0跟任何正整数，然后 integer 就是负整数跟0跟正整数，然后 string 的部分它有可能会是 empty string， 有可能会是大小写字母加上数字的一个 string， 然后有可能会是会有一些符号的 string， 然后所以它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可能。然后如果 boolean 的话可能是最好懂的，它就是 true 或 false。 然后 filter 的话呢，它基本上就是为你的 arbitrary 去做 precondition。 precondi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例如说 natural number 它可以产生的值到很大的值，然后我们可能只我们合法的数字可能是100以下，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透过 filter 去
filter 掉100以下的数字，那我们 filter 给一个 callback， 那个 callback 里面我们就可以去针对这个natural number 的 arbitrary 的产生出来的数字去做过滤的动作。那如果他假设他先产生了100个数字，然后其中有20个不符合，他就会再另外去帮你产生另外20个符合的。然后再因为版面的关系，我这里就是把 array of integer 改成 array of natural number。那它就是例如，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它基本上就是会产生 empty array， 或是长度只有一的 array， 或者是有重复 element 的 array， 或是各式各样的情境。然后再来是 one of 的话，它就是会根据你给的，它不只可以给两个，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给五个、十个都可以。但是基本上就看你的需求，然后所以他会根据你给的 arbitrary 去在产生的时候，他会去从你给的 arbitrary 中去选一个，然后去产生值。所以例如说这边是 natural number or character 的话，那他可能偶尔会产生 natural number， 偶尔会产生 character。接下来是 web URL 的部分呢？它就是 FastTrack 有提供这样一个 arbitrary， 那它就是会产生所有任何合法的的 URL， 然后这个可能在前端有时候就还蛮实用的。然后在 option 呢，就是基本上就是 optional 的意思。所以假设我们这边给了 option natural number 的话，那它会产生的就是所有 natural number 的可能性或是 null。 那Option 也提供一个，就是你可以设定说你的 default 的那个 option 的 value 是什么。例如说它 default 是 null， 那你可以改成 not a number 或者是 undefined， 所以这是可以去改变的。然后最后一个范例呢是 record， 基本上 record 就是透过你给的这个 object， 然后 key 就是你的 key。然后 value 是你那个 key 的值的哪个 type 的 arbitrary， 所以例如说呢 age 可以是自然数，然后 name 是 string 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去定义。那FastTrack 在帮我们产生这个 record 的值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产生出例如说 age 是 2， 然后 name 是 John 这样子的一个 object。接下来 runner 呢，它就是会针对你所设定的那些 property 去做测试，然后其中呢，它也会去检查你的 precondition， 例如说刚刚的 filter， 或是有另外一个 combinator 叫做 pre， 然后基本上就是会去把那些 precondition、postcondition 之类的去做过滤，然后并且产生更多的 test case。然后在我的调查之下呢，大部分的 PBT framework default 都是会为一个 property 跑100次的测试，也就是说它会产生100个 random input， 然后就是会跑100次的测试。那是可以去设定的，所以假设你只想要它跑20次，那你也可以把就是去设定把它改成20这样。接下来呢是 shrink 的部分。然后 shrinker 的用意是，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大的 input， 例如说我们是 a list of integer， 然后当 PPT framework 产生一个长度为10000的阵列的时候，我们 fail 了，那 PPT framework 有支援 shrink 功能的 PPT framework 就会帮你把这个长度为10000的阵列缩小缩小再缩小，然后找到最小会 fail 的可能性的阵列。那假设它说到有可能长度为0，例如说 empty array 其实就会错了，或者是长度为2的阵列就会错，那就是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去 debug， 就是你不用去透过那个长度为10000的阵列去做debug 的动作。所以 shrink 是一个非常有非常好用的功能，但是不是每一个 PPT framework 都有支援这样子一个功能，所以当你在选择 PPT framework 的时候，你可能要看一下你选择这个 PPT framework 是怎么去做shrink 的动作，因为这是一个了解为什么测试会 fail 有非常有帮助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更多的范例去更详细的了解该怎么去做 PPT 的测试。好，那我们先回到刚刚的 reverse， 这是我们刚刚在前几张 slides 有提到的阵列反转两次必定等于自己的一个 property。那可能有些人会说那我们 reverse function 就直接 return 那个 input rate 自己就好了，那这个测试不就等于没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论点其实是可以说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的有人就这样写的话，那这个测试绝对是会过没错。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是，其实 reverse 不只有反转两次等于自己这个 property， 所以我们应该要针对我们这个 testing target 有哪些 property 去把它们都定义出来，然后去写上这是他们的 property based testing 的测试。所以以 reverse 来说的话，我们可以想到另外一个 property， 就是当我们阵列反转之后，它的最后一个 element 必定等于原本的那个 array 的第零个，所以就是这样子反向的 scan 回来应该是要是相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一样是透过定义这样一个 property， 然后 input array， input 就是 array of integer。那当这个 reverse 去执行之后呢，我们拿到这个反转之后的阵列，那它长度必定等于原本的 array， 然后接下来就是反向的去搜检查 array 的第零个有没有等于 reverse 的最后一个，然后 array 的第一个有没有等于倒数第二个，例如这样子的反向的全部检查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的input array 有正确的被反转了。那这样子搭配前一个 property 的话，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的阵列是有好好的被反转的。然后接下来呢，假设说我们这一个 reverse function 我们不要做 mutable 的， mutabl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了这个 array 进去，我们不应该改变原本的这个 array， 而是要 return 一个新的反转好的 array。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里就是主要是要测 immutability，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暂时先不用理它 return 什么。所以在执行 function 前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input array 就是 clone 一个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执行这个 reverse function。然后所以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测 immutability，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检查这个执行完之后这个 input array 还有没有等于原本的自己。所以呢，假设有人真的把这个 reverse 实做成 mutable 的版本，那我们就可以收到透过 PPT 来帮我们测试到这样一个结果，就可以看到说可能face check 帮我们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阵列，然后并且发现它错了。所以可以看到它 shrink 了35次，然后最后找到一个最小会错的结果，就是0负1。然后所以这边可以看到0负1被反转成负10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透过这个小一点的 counter example， 理解到我们有人不小心去做实做了 mutable 的版本的 reverse function， 那我们就是要去把它改成 immutable 的。接下来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范例，然后主要就是计算运费。然后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在一个非常运费非常贵的一个电商平台工作，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计算运费。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 spec 就是要主要是分本岛跟离岛的部分会有不一样的，本岛县市跟离岛县市有不一样的运费的倍率。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是先定义我们的离岛有金门马祖澎湖的县市，然后剩下的就是本岛的部分，然后所以 counties 就是这两个加起来，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 is outline 的 function， 然后主要它就是去 check 这些我们给的参数的这个县市有没有等于金门马祖澎湖，如果有的话就是 true。然后再来呢，就是计算运费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的 spec 是，
如果它是离岛县市的话，运费就乘三倍；如果是本岛县市的话，就乘以 1.5 倍。然后我们的参数会是一个 address 跟一个 number， 然后那个 number 就是我们的 shipping fee， 然后我们要 return 的就是原本的 shipping fee 乘上这个倍率。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刚刚的 isOutline 这个 function 去检查我们这个 address 的这个地址的县市是不是外岛县市。如果是离岛县市的话，那我们就是乘以三倍；如果是本岛县市的话，就乘以 1.5 倍。所以我们拿到这个倍率之后，我们就直接跟原本的 shipping fee 做相乘。那我们要怎么做测试呢？我们在针对计算运费做测试前，因为我们里面用到了 isOutline 这个 function， 所以我们也必须去对 isOutline 做测试。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到，我们透过 constant from 的这个combinator， 就是说例如说你给 constant from 是1 10 20， 那 face check 就永远都只会从1 10 20之间去产生你的值。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定义一个是离岛的 arbitrary， 另外一个是本岛县市的 arbitrary。所以离岛县市的 arbitrary 就是可以直接从刚刚定义的那个 outline counties object 的 key 去拿。那所以同理可证，就是本岛就是从这个 non outline counties 去拿。那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整个所有的县市来看的话，我们就从 one of离岛的 arbitrary 或是本岛的 arbitrary。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针对 isOutline 这个 function 去做测试。那它基本上就是分两种嘛，一个就是如果它是离岛县市的话，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outline county arbitrary 去产生一个离岛的县市，那它 always 都要等于 true。 然后如果就是它是本岛县市的话，那它就要 always 是 false。所以我们一样，这里是用 non outline county arbitrary 去产生，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证明或者说测试到，我们只要是离岛县市就 always 是 true， 然后如果是本岛县市的话就会 always 是 false。 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去测试我们的计算运费的 function 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的 input 是一个 array 跟一个 number， 那我们的不是 array， 是 address，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address 是有一个 county 的 property 跟一个 street 的一个 key， 那 street 就会是一个 string， 那 county 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刚刚那个 counties arbitrary 来去定义。那当Face check 在产生 county 的时候，就会从所有的县市去产生出来。然后再来就是去做测试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对计算运费做测试呢？首先，我们必须要透过 filter 或是 pre。我这边两种都做，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看一下不同的写法而已。但基本上他们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会透过 precondition 去把符合的条件、不符合的条件 filter 掉，所以只会留下符合的条件。所以我们这里 check isOutline 就是这个产生出来的 address 的 county 是不是离岛县市。所以如果它是 true 的话，它就会往下跑；如果不是的话，就会去产生其他的县市。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这里的 address 一定是离岛的县市，然后再来。我们的 spec 就是说，如果它是离岛县市的话，我们就是把 fee 乘以三，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要预期的，我们预期这个计算结果应该要是等于 fee 乘以三。那相同的方式拿来测试，本岛的部分的话，我这边是用 filter， 那就是它是 not outline 嘛，所以我们就是可以把离岛的县市都给 filter 掉，然后shipping fee 的部分一样是 natural number， 因为 shipping fee 不可能是负的，所以我们就是把 shipping fee， 应该说我们已经确保
这里的地址永远都会是本岛的县市。之后呢，我们的 spec 说本岛县市就应该要就是运费乘 1.5 倍，那所以我们就是测试这个计算结果会是这个 fee 乘 1.5，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我们这个计算运费的 PPT 的测试了。那如果有人想要再看更多范例的话，可以到这篇文章去 dev.to 的这篇文章去看 Fast Track 的作者写了一系列 的PPT 的测试。那我们什么时候该做 example based testing 呢？基本上我认为 example based testing 还是有必要存在，因为那是让大家最好去了解该怎么使用这个function，那它可能会怎么样的 input 会拿到怎么样的 output， 所以他们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认为其实他们更适合搬到你的 document comment 做 doc test。 那因为在 JavaScript 下没有一个比较普遍大家在使用的 doc test， 所以我这边用 Rust 来做范例。然后在 Rust 呢，就是基本上 doc test 已经是 Rust 的一部分了，所以你只要是写 document comment 的话，然后并且你里面有 code block 的话，那当你跑 cargo test 或是 Rust doc 简简 test 的时候，这一段 code block 就会被跑测试。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来写测试，例如说我们这里就是刚刚的那个计算运费的范例，那我们这里就定义了一样是金门马祖澎湖是离岛县市，那其他这里没有列太多，但基本上就是本岛县市。然后我们一样有一个 address， 然后所以我们就有 address 跟 shipping fee， 然后我们的这里的 example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这个 address 是县市是金门，然后 street 就是 Kimmen Road， 那它的计算结果就是必须是当我的 shipping fee 是100的时候，它就要被乘以3倍变成300，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assert。 那当我们跑 cargo test 的时候，它就也会被测试，然后并且下一个使用这个 calculate shipping fee 的人就可以看到说该怎么去使用这个计算运费的function。然后在进阶议题的部分呢，第一个是 end-to-end test。那基本上他其实这个人，我主要是查到这篇文章，然后这个人主要是透过那个 fast track 去乱数产生 input， 然后去做 PPT 的 test。然后再来是 model based testing 的部分，然后这最近也蛮流行的。然后在前端的话来说，就是 xstate。这个 state machine 的 library， 然后它不只提供了你定义 state machine 的方式，然后还可以直接透过你定义的 state machine 来产生出相对应的测试，所以其实它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xstate testing， 然后还有这个 Crystron 这个平台，然后它也是一个 Haskell 写出来的一个的一个网站，然后它可以针对你的网站去做 PPT 的 test。那它的 testing target 就会是你的网页，那你可能就可以乱数产生一些 action， 例如说 click 某些 button， 或者是要在哪里做 input， 像是这样子 的定义。然后再来是 how to specify it， 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 John Hughes 在几年前写的一篇论文，它里面就更详细的提到该怎么去做有效的 PPT 的测试。例如说 precondition 啊，或是 postcondition， 或者是假设你今天要测试一个 binary tree， 然后你可能加了一个节点，然后再 remove 那个节点，那个节点就不应该存在在那个 tree 里面，你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 combination 的一个测试。那所以这篇论文写我认为写的非常的棒，所以大家可以去读读看。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欢迎大家分享在网络上，或者是分享给其他人知道，所以是非常欢迎大家做更多的探讨。那以结论来说呢，就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去想想看我们的 testing target 有哪些 property， 然后如果它有很明显好懂的 property 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PPT 的方式来做测试，那我们就可以把 example based 的那些 unit test 移到
document common 去做 dump test， 那这样也许会更适合。所以让我们一起用证明的方式来去写测试，然后来 prove 我们的程式吧。再来就是 QA 的部分。好，谢谢那个，谢谢 Sable， 兄弟们。好，那如果有 QA 的话，麻烦大家用 Slido 问他，或者是可以直接敲他，现在在线上。然后，这一场就到这边，下一场是Cindy Lins 的Make Pro Really Very Fast。那我先稍微休息一下，处理一下那个荧幕的问题。这边都有调成16:9，是这个话，这个。OK。这个是延伸。有一个延伸，可是现在是 mirror， 所以我不确定为什么会有一个延伸在那边。嗯。好。现在这样子是锁骨的时候。对。是这个16:9，所以现在这里调16:9，但你把这个调13会不会就可以了？这个、啊，不行，它会变16:9再缩，14:3再缩。那如果4:3，这样子，这还是缩过的，不知道为什么，是要放大到最大。就是像这个是4:3，可是是正常比例，有可能。我先看一下这个影片，另外一个影片，这哦，另外一个，大家好 ，Just 的主，这一个，所以现在看起来是锁骨的，诶，可是，因为现在是 mirror， 所以，可是，因为还是得用，这个。那可能主题是把 Pro 这样子，这已经有 feel 了，还是我挑了16:9，然后把它。这样子，这是说过的，是这样比较好吗？没有，不是，对，因为这个是4:3，然后两边黑边，然后16:9之后再说，这个是4:3，这个是4:3，就在这里是4:3，这一块是4:3。哦。可是这边还是永远都是16:9缩成4:3。那我看一下。也是可以先用16:9播啦。好。
再换吗？可以啊。就他说他可能可以再，如果真的放上去都是比较，可以再给你们所有啤酒。好啊。给你试一下。那不然就以先以说放过的，我就还是调回原本的同步。调回原本的好，对，调回原本的。好。这样子，然后他到时候再给我们十六比九。他可以调原本，就是这刚刚上面上下有黑边，然后这个十六比九。这样子。我说整个荧幕，就这个投影机的画面。哦，投影机画面。对。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然后把它移过去，这样子。可以。好，那这样子。对啊，这样试一下。好。那我来就好。好，那到时候再麻烦你们把名片给我。好，谢谢。喂。如果现在他要用这个，再把它放好，调出同步。好，没问题。Miro， 好。Hello，Cindy，Hello。我们的荧幕比例调整好了。哦，有声音吗？我看一下哦，有声音吗？嗨，你有讲话吗？我好像没听到声音啊，哦，怎么会这样？等一下哦，我应该有开启吧？对啊，我开启啊。欸，可是刚刚讲话有声音，对不对？嗯。啊，好奇怪。我刚刚把它打开了，就是现在按关闭，可是。对啊。欸，电脑是有声音的哦，对。电脑是有声音的，所以应该是 Cindy 那边讲话没有传声音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喂，有了。好，应该是网络的关系。好，然后Cindy 可以先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那个 Cindy 现在从远距跟我们分享，我们会播放她的影片。然后 Q&A 大家可以用 Slido 问他问题，那之后 Cindy 也会用 Google Meet 回答问题，也可以到时在现场提问，我们麦克风讲话听得到，而且也会录进来。那我就开始播放影片喽。好，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Cindy。我变得非常快。主角，大家好，这次的主题是把 Perl 变得非常快。主角是我写的一个 Perl module， 它的用途是在不用改写原始 Perl 程式的情况下，自动做一个预处理，把它变成 potentially 执行起来快好几倍的程式。我会介绍原本的 Perl 还有加速空间的部分，以及这个 module 实作的原理。我是 Cindy， 是神来也的工程师，技术上我是 Hardcore。Money 是 Hardcore Perl 工程师，我喜欢在 Perl 的原始码里面翻来翻去，看什么地方可以戳一戳，让 Perl 拥有原本没有的能力，而且可以和 Perl 原本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最近写的 Perl Module 都有这样的成分，包含今天要讲的主角。另外我也很喜欢 C 和 Haskell。 要找出加速 Perl 的方法，我们可以先看快的语言与慢的语言之间的特性差异。首先把程式语言分成快速组和龟速组。这边我是参考 Benchmarks Game 网站的资料，最快的是 C， 然后用 C 的执行时间两倍作为分界。同一组内的排序是我是随便排的，没有照速度来排。 JavaScript 这边被我打了挂号，原因我后面会再提，而它刚好就差不多是 C 的两倍。当然，他们的设计目的就是不一样的。
为了对机器或是对人类友善而牺牲另一面，分化出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就可以来找找两组之间所采用的具体的不同手段是什么。第一个容易想到的分歧点是 compile， 毕竟跑程式以前先花了一大堆时间 compile 了，那执行的时候应该会快一点才有天理嘛。其实 Perl 也有 compile， Python、PHP 也都有，所以这不是分歧点。但同样是 compile， 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多，花的时间也不一样。归宿组的程式语言为了开发方便，写一写就可以跑跑看，所以 compile 的时间在设计上尽量压缩得很短，而快速组在 compile 阶段就允许多做很多事。Dynamic Type 是人性化语言的重要特色，我们可以在还没想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试做程式。每一个变数都是万用的，可以存放所有可能的资料。看这边的例子， Temperature 应该原本是放一个字串，程式第一行比对它的内容是不是一串可能有负号的数字，最后再加一个 doF， 是的话下面要把它转成设式。第二行要做转换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去做数学运算。Perl 文字转数字的规则是从开头略过空白以后找出数字样的部分，计算出来的数字再当成文字在结尾补上 doC。 归宿组的程式语言大多有提供这样的用法，这个人性化的设计的效能负担是沉重的。每一次取值出来的时候都要先判断一下现在存的是哪一种资料，然后再使用对应的程式把资料取出来，而且可能要再执行转换资料的程式，像上面把温度字串转成换回数字。如果要做计算的话，要找出这一次要使用哪一个版本的计算程式，而如果是使用 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实作的语言，则是要找出对应 class 的成员函数来处理。对，每一次资料存取都要重复这些的动作。 Dynamic Type 要频繁判断 Type 的影响，不只是多做一点计算而已。这个是 CPU 的 Instruction in Pipeline 示意图，每一个 native 指令在 CPU 执行的过程可以拆成一些阶段，不同的 CPU 可能会有不同的拆法。这个例子是 Wikipedia 上面给的五阶段范例，每一个指令都要经过从左到右读取指令、指令解码、执行、记忆体存取、写回暂存器这五个阶段。在选定的拆分方式之下，不同的阶段会巧妙的不占用同一个 CPU 元件，这样就有榨取效能的空间了。在一个指令读取完指令要进入解码阶段的时候，下一个指令就可以先开始读取指令了，反正读取指令的元件闲着也是闲着。以这拆成五个阶段的例子来说，执行效能就五倍快了。常见的 PC CPU 也有的是拆七段、拆十几段、拆三十几段的，而超级电脑有拆到一千段以上的，段数越多加速倍数就越大。挑战是要怎么拆得出这么多不会用到一样元件的步骤。 But 效果要这么好是有条件的，至少 CPU 要在前一个不对要在前四个指令还没执行完以前就能预判第五个指令是谁才能顺利偷跑。那这个四个指令里就不能有像是 if 意味的不一定执行完以后下一个指令会跳到哪里去的东西。if 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第三阶段执行阶段结束就知道有结果了，所以只要知道前两个指令没有 if 就可以。万一出现了 if， 还有一个做法是先假装它不会发生跳跃，继续偷跑接下来的指令，计算可以先做，结果先不要写入就好。如果之后 if 真的决定不跳跃，那就算赚到。但如果是函数呼叫或是无条件跳跃一个动态的位置，那就一定不能执行接下来的指令，要先等位置算出来才能继续，那就是扎实的五倍慢。总之，多做计算会多花时间，多做判断或跳跃就会多花很多时间。硬体设计者每发明一个加速的好设计，软体设计者就会增加一堆麻烦要考虑，心中没有加速的喜悦，只有没做对就会降速的恐惧。再来就是 Dynamic Type 的变数会比较胖，左上是一个传统的 Static Type 变数，除了资料本身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它下面两个是存了不同 Type 资料的 Dynamic Type 变数，除了资料以外还要记录现在的 Type。 然后右边是一个字串，
由于自串的内容是可以增长的，所以内容部分需要一块独立的记忆体，然后再用指标连到它。这样需要变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再 allocate 一块更大的记忆体，然后指标改指向新的这一块。下面几个是支援更多功能的自串，例如说如果常常要增长缩短，又不需要每次都需要重新改变记忆体大小，那就要自己记录一下真正用到的长度，后面多出来的记忆体当作备用区。如果希望从前面移除资源的时候不需要把整个字串往前搬，那就要记录下开头的 offset， 要空几个字不用，也可以挪用一部分的栏位作为字串转数字的暂存结果。右下角这个是资源 copy on write 的情况、反正资源的功能越多就需要更多的栏位来记录需要的资讯。那多占用记忆体不仅仅是需要插更多的记忆体才能跑的问题，它对执行速度的影响比表面上看起来的还大。这个是不同层级的记忆体媒体，最下面是主记忆体，越上是越靠近 CPU， 速度越快，容量也越小的储存单元。 Register 是 Native 指令做计算时所使用的运算元，差不多可以视为 CPU 计算的速度。这个资料是参考2017年的教科书，每一台机器的情况会不太一样，不过大致相对的关系差不多都是这样。CPU 的研发有厉害的效能提升趋势，但是记忆体的进步主要都在容量变大，效能的进展弱很多。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资料往返 L1 cache 与主记忆体的次数，几乎就是记忆体存取的总耗时，而 CPU 到 L1 cache 之间存取所花的时间，差不多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如果程式运行的过程中使用的热区越小的话，大部分的资料都可以塞在 cache 里面，不需要被挤出去，那效率就会大幅提升。运气中好的话，可以比频繁进出 memory 与 cache 的程式快100倍。然后还不只是热区总大小的问题，这个 cache 的设置有个毛病，就是资料从主记忆体进出 cache 的时候，通常是必须以连续的32或64 byte 为单位，是32还是64是 CPU 型号而定。如果一次进来32或64 byte 里面你只会用到其中的一 byte， 那你的效能就可能会比利用连续30或64 byte 演算法慢32或64倍，因为人家每用64 byte 资料才需要搬一次，你每一个 byte 就要搬一次。所以妥善安排资料排列的顺序，让排在一起的资料使用时机刚好都在一起，那效率就会好的很多，没排好效能就GG。 Again， 硬体设计者加了一个好设计，软体设计者就会增加一大堆麻烦。 Box 的是用比较松散的方式来配置资料的方法，右图是前面举例过的 Perl 内部资料结构一示意图，其中自创为了保有伸缩的弹性，所以让自串的内容部分使用独立的记忆体。 Bus 可以视为这个概念的延伸，我们看左边的示意图，最上面是原始的存着今天日期时间的阵列，每一组数字都紧紧靠在一起，我们只需要知道任意一个 address， 在左右看看就可以存取每一组数字，并且这块记忆体是放在程式可以直接拿的红色区域，也就是整个程式者全域变数区的特定位置，或是当前执行函数区域变数区的特定位置，所以连 address 都不需要特别查询，而是写死在程式码里面，然后再加上全域区域变数区开头的 address 就可以拿到。这是效率最好的配置方式，除了 address 可以立即取得以外，这两个区域由于一定会频繁使用的关系，通常都会位于 cache 里面，加上它们大小与相对位置固定，可以在程式启动或是函数进入的时候一